你给我安排的保姆什么时候到？您稍等一下，这边马上就到了。我再给你5分钟时间啊，如果我还是看不到人的话呢，我……哦，应该是来了。那个，这次如果还不行，我就换家政公司了。好的，杨总。你是？老板，安是您形象的保姆。嗯，就你叫曹桂芳啊？是。你46了？是啊。你们家政公司现在都知道拿小屁孩来忽悠客户了是吧？我现在就打电话给家政公司核实一下。别，老板！哎！那曹桂芳是俺妈，俺妈生病了，在医院里头了，俺家就俺妈一份收入，你别给公司打电话中不中？哎，你撒手！回来俺也都回。别给公司打电话吧！啊，行，我不打，你先起来，行不行？别给公司打电话。好，好，我不打，你先起来，啊，快点！你叫魏晴啊？是不是你妈会干的，你都会干？行，那我可以给你3天的试用期，但这3天没有工资。如果这3天我不满意的话呢，我随时可以辞退你，听到没有？我要回公司，你今天先把房间打扫一下，然后把衣服洗一下，记住内衣和袜子分开洗，我8点钟回来准备好饭菜，听到没有？身份证我先拿着了啊。回去。杨总，总来了，啊，行，走吧。杨总今天心情不错嘛？是有什么事吗？你猜啊。嘿，这丫头怎么不关门呢？我操！魏晴，魏晴，我表呢？表怎么了？那个，我表被我保姆偷了啊！一块表，你有多少块呢？一块表，来来来，你看那排车啊，那一排都不够买的。那你报警呗。哎呀，报什么警啊？一个20岁出头的小姑娘，我这一报警，她这一生不就毁了吗？给那个江浙公司打电话呀。这样子啊，哥几个，那个情况特殊，咱们今天争取先把人给我找出来，行不行？行啊，来来来，哥几个来，你俩上那边看看来。来，等一下。怎么了？就他。就他，给我抓了！可以开除这个，我看一下。啊，是这个。说吧，怎么回事？我看你家没鸡蛋了，你家卖鸡蛋。你买鸡蛋，你拿我表干什么啊？我手机坏了，那表看时间。那你把我家放的乱七八糟的，门也不关，你想干嘛？说。说话！我没有钥匙，我怕进不去门。我没有钱，我身上没有零钱。小姑娘，算了吧。行了，行了，你让哥几个回去吧。哎，哥几个，撤吧啊！走了，哥啊！辛苦了，今天啊！你给我过来，行了，别在门口站着了。拿着，弄啥了？拿着，去买部手机，再买一身像保姆点的衣服，啊，别多想啊，到时候从你工资里扣啊，去吧，去啊，老爸，啊。不是，我让你给我整个保姆装，给我整个女仆装干嘛呀你？你还是把你之前那套换上吧啊！哎，别！比比，我回来了。哎，不是你，干嘛呀？回来住呀。我们都分手了，你还回来干嘛呀？哎呀，我知道错了，我之前不该那样子跟我男闺蜜玩的吗？你跟你男闺蜜玩，你就去玩嘛，你还回来干什么？你撒开我！错了吗？出去！爸爸，干嘛？把衣裳洗。杨总玩挺花呀，这才分开几天呢，就有这么一个小女仆了。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要干嘛吗？
呀？哦，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个我新交的女朋友，怎么样？喜欢吗？叫姐姐来，叫姐姐。你有病吧？干嘛？干什么？花钱雇人气我是吧？花钱雇人气我是吧？多少钱雇的呀？一千块够不够？来，我给他。你别给脸不要，你别给脸不要脸啊！你别给脸不要脸啊！听到没有？你不信是吧？可以，滚。这样就是你女朋友了。不行吗？那你是不是我男朋友了？你给我放干净点，行不行？你给我出去。我不。出不出去？我就不走。我再问一遍，出不出去？不走。你给我过来。我不走。杨森，滚出来！出不走，开门，快点！换衣服去，看什么呢？去啊！开门！别叫了，不信是吧？可以。为了气前女友，亲了保姆一口。嗯，那个，老板弄啥了？啊、哦，刚才那个，不好意思啊。没事。啊、哦。那先做饭。啊？你咋不吃、啊？你就给我吃这个。妈说晚上吃清淡的对胃好，别吃那大鱼大肉，有匪腺有鬼。哎，我让你躲了吗？妈，过来，过来，拿脸吃饭的是吗？啊？你下次能不能整点肉吃？中。吃饭。嗯。哦，对了，以后你就睡门口那个房间，啊，明天把那什么行李带一下，拿过来。中。嗯。哎呀，怎么睡不着啊？两点了。哎，这哦，老板，你在我门口干嘛？那个房间太大了，俺之前都跟俺妈挤一张床，一个人睡害怕。过来，过来，过来，快过来。行吧，那我陪你一会儿，你睡着了我再走，就这一次啊，快睡吧。嗯。你干嘛呀？啊？老板，你有个痘，你脸上长痘了，赶紧睡，快点。行。嗯。嗯。你魏晨魏晨。这什么东西啊这个啊。什么鬼坤坤啊，这哪来的这个。你不是让我把行李拿过来，我一块带过来，养了良心板子跟我一块来城里来，滚。魏晨，我告诉你，你赶紧给我弄走，听到没有？我不管，我告诉你，这个家有你没他，有他没你，听明白没有？我就给你五分钟，能不能弄走？行，你给我等着。又咋的了，哥？你咋才来呢？你咋的了？快快快快！我保姆给我整的鸡鸡。小屁！不是，这搁哪整的鸡鸡？那是他的宠物，坤坤的。那个什么，闭嘴啊！我给你五分钟，把它给我处理掉，行不行？你至少得两个整。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我给你整好。行。Later。咋？不知道，玩去了吧？哎，杨哥。啊。出锅。啊。在哪儿？一个半小时。来来来来，雨晴，来来，吃饭，吃完饭再找啊。哎，我跟你讲，贼嫩的。雨晴，今天不用你做饭，请了个大厨啊。来来，尝尝尝尝尝尝尝。嗯。好吃不好吃？好吃，好吃啊！这是小三呢。这个啊，嗯、捆绑。雨晴，我去公司了啊。哎，老板，怎么了？你能给俺配辆车吗？配车？嗯。为什么？嗯，家里
家里踩上有点冤，每次都得走几十分钟。行吧，那你跟我过来，过来。这个行不行啊？买菜车。哇，你这样啊？那连杆都买不起。你有病啊？敞篷车本来就这样的。不要。哎，不是魏雨晴，你别得寸进尺啊！啊，我能力有限，我就只能给你配得了这个了。你看看谁家保姆能配这个车的？嗯，像一个扁六儿，咱不会开。啊？那个，不是你早说嘛，你都吓我一跳。行了行了行了，那我一会儿叫人送一辆过来给你啊。行啊，你下次。行了，我回公司了啊。梁总，咱们这期的财务报表出来了，我这边给您汇报一下。你说。咱们这个月的营业额大概是。不是你跑来我公司干嘛？你如果有我那了，赶紧给你送过来。你就给我送这个呀？嗯，不是，家里离公司30几公里，你怎么过来的？7.6啊，快得很。我，你别老吃了，他妈说了，吃生花生对我也好。杨总不吃花生？没事啊。好吃，放这吧，放这吧，来。那你先走。行，注意安全啊。在星光都收集，为你描绘好寒影和夕。哎，那不是你家保姆吗，哥？啊，把人，他好像把人车刮了，这怎么还到你手来了？别整那么大阵仗，干嘛呀？这样子，你就把车停一边，我来处理，我让你过来你再过来。行，我来处理，整那么大阵仗干嘛呀？哎，兄弟，还给我车刮！哎，兄弟，那个怎么回事？你谁啊？没看到他把我车刮了？别着急，我看一眼。没多大的事啊。这样，兄弟，你说个数吧啊。不是你谁呀、啊？你男朋友啊？对。行，好吧，我先。不是兄弟，你这就有点小刮蹭，咱们喷个漆就500，不至于啊。我就真就烦你们这骑电动车的，天天到处乱窜不说，碰了车也赔不起。你有车吗？你知道这个车多少钱吗？哎，不是这个兄弟，这不是车不车的事儿。要不你看这样行不行？你车呢，我来修，修多少钱算我的，行吗？你修？哎，那我自己能开什么？乌龟算谁的？你们这辈子也就骑个电动车的命，别废话了，赔钱。兄弟，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再给你安排个备用车。哦，骑这个电动车是吧？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子啊，一定不比这个车差，你看行不行？行，但凡你今天开的比我这个好。我自己修，那个修呢还是得我们修，毕竟刮了你的车，对吧？这样子，你给我2分钟，我安排一下，好吧？行，你叫吧。哎，好嘞。把车给我开过来。没事啊。来，给。你看这个行不行？这个，哥，这是你的车啊？啊，对，要不你验验？哦，不用，我就一点小刮蹭，我自己修修就行了。没有，那个我毕竟我们刮了你的车，该我们修的还是得我们修啊。没事，我朋友修理厂的，不用钱，咱俩也算不打不相识，好吧？您留个电话，咱俩才能信，好不好？这个好说啊。行，不过你刚才推我女朋友那一下，这个怎么算啊？疼不疼？什么胸闷啊？胸闷啊，兄弟，你看这个怎么算啊？钟总，我那个笔记本忘家里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拿了。咱们稍微等一会儿。嗯，没事。啊，行。哎，杨总，啊，估计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听说评分不错，要不我们两个去尝尝？走吧。哎，雨晴，哎，来这儿。嗯，是这个不？啊，对，是这个。啊，我们先走。哎，雨晴，回来。那个附近新开了一家西餐厅啊，听钟总说味道还不错，要不我带你去尝尝？啊，来，钟总，咱们走吧。是啊，这个是我保姆雨晴，让你见笑了啊。走吧，吃饭去吧。不好意思啊，我突然想起我还有事，我就不去了。你不去了？不去了。哎，钟总，那你把坐标发给我啊。行。嘻，这女人真奇怪啊。哎，走吧。嗯。
那咱俩去吃去啊。Later， 这个方案你拿去给项目部执行一下。好的，杨总。嗯，去忙吧。哎呦喂！你干嘛呢你？装老板。装挺像，把那纸给我吐了。去！雨晴，雨晴，这怎么还睡着了呢？哎，嘘，干嘛呀？徐总在电视等您，辛苦了。你跟王阳等一会儿。陈先生。嗯，等他睡醒吧。你想我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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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靠近，我的心扑通扑通扑扑通跳不停。雨晴，你看到我那件蓝色的西装了吗？应该是这个吧，他给你洗着嘞。我谁让你洗的啊？哎，你知道我这衣服多贵吗？不，他只能干洗不能抽洗，你知道吗？啊，你能不能问一下我，这我怎么穿啊？还有家里有洗衣机，你别拿那个搓行不行？哎，我真就服了。哎，你要是能干你就干，你干不了你就滚行不行？真的晦气。哎，王总，今天非常感谢，那祝我们合作愉快。那个、啊，要不晚上我安排一下吃个饭？哎呀，不用了，我保姆在家做了饭，我回去吃啊。那行，那改天，那咱们改天再约，改天再约。哎、好，好嘞，好嘞，好嘞，回见。雨晴，我回来了。哎，哟，还有牛肉吃啊？雨晴，吃饭了。少了你的照顾，恍恍惚惚。街道上的人都长见过我们分岔的，这都快十一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不会真走了吧？请稍后再拨。Sorry。喂，喂，哥、啊，找不到啊！找不到也得给我找。曾经的我们，让多少人羡慕，让人追逐，也让人嫉妒。如今的我们，爱已荒芜，情淡无路。最后的我们，为爱情而写下一份遗书，一结束旅途，在注定面前，是不是真的要认输？魏晨。春的夜色不走进秋季，有些爱情究竟不及季节更替，我情愿被世界隔离，也不愿意去面对。你跑哪里去了啊？你知道我今天晚上找你多久，打你电话也不接，你到底在干嘛？这他妈什么东西啊？不是，这怎么回事？把你衣服洗坏了，想给你重新卖一件。怎么买？捡瓶子是吗？啊，你知道要捡多少瓶子才能买得起吗？我不是给你钱了吗？那你给他买彩的票，不然自己了。你见你的善意，吓得炙热不温暖冬季，过来，而我只能停在原地无法。看你脸上那么脏的，挣扎以后终于开始。你下次再那么晚不回来，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听明白了没有？嗯，听明白了没有？嗯，跟我回家。嗯，回家。当我给保姆买了件新衣服，雨晴，来，把扫把放下，过来，来。
给你买一件衣服，看喜不喜欢。三千万给我买衣服。哎，你这件衣服不是穿太多集了吗？粉丝都看腻了，快看看喜不喜欢。太珍贵的，你快去退。哎，我钱都给完了啊，这个只能换不能退的，你先试试看合不合适啊，拿着。嗯。哎呀，拿着赶紧去换，换来给我看看啊，跑步前进，快。Later。宝宝。啊。Here we go, la da da, la da da.Everybody dance, la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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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烦恼就改变。哦哦，那个挺好看的，我有点困，我就躺一会儿啊，我。哎呀，都一把年纪的人了，怎么这点定力都没有呢？哎呀，心惊胆战，心惊胆战。啊，行，等我一下啊。哦，老板，你感冒了？我，啊，对，感冒了，感冒了。哎，你怎么换回去啊？还能溜着国念穿，那衣服干活不方便。干活不方便？哎，这不挺方便的吗？这啊，啥？没事没事，吃饭吃饭吃饭，啊，走。哎呦，吃饱了？吃饱了。哟，今天还有西瓜汁喝啊。嗯，还真甜。哎，咱们家不是没买榨汁机吗？这哪来的？啊？我。魏晨啊，厉害了现在啊，学会做假账了。这还少18块，哪去了？说话。哪去了？小蛋糕？谁让你买的？我让你买的吗？啊？为什么买？为什么不说一声？你过生日啊？啊？过生日就可以做假账了是吗？你知道这叫什么吗？你知道叫盗窃，你知不知道？你今天可以用18，哎，你万一明天你用别人1800、1800怎么办？要坐牢的。我告诉你啊，就这么一次啊，再让我发现的话，你就给我卷不开走人，听到没有？听明白了吗？去吧。过来，坐坐坐坐。噔噔，生日快乐！来，把这个给你带上。哎，这边了。对啊。不过我今天才知道那个大蛋糕啊要预定，所以我今天只能买到这个了，将就一下啊。来来来，许愿，快来许愿吧。哎呀，过生日都要许愿呢，就是你想要什么嘛，然后就在心里悄悄的许，快点啊，然后许完愿就要吹蜡烛咯。来，嘿嘿，哎，许个什么愿？那你就悄悄地告诉我一个人，行不行？我看看我能帮你实现。快来，过来，悄悄告诉我，来。希望老伴儿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早点回家，好好吃饭。怎么都是我呀？还有吗？啊？什么？看最长的电影。现在吗？啊？那上面有个脏东西。啊？雨晴。我有个合作要谈，我出去一趟啊。那你晚上回来吃饭不？当然回来了。我今天想吃排骨，好不好？这那我先走了。嗯，拜拜。来，徐总，您看一下，没问题吧？来，没问题。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好嘞。杨总，您待会儿有时间吗？我们一起吃个饭，我都安排完了。哎，其实我可能不太方便。杨总，我们这么大一个项目，我们一起吃个饭，您不会不赏脸吧？
哎呀，那徐总您都这么说了，那走吧，那我们简单吃个便饭，好吧？好嘞，走。哎，杨总，我敬你一杯。哎呦，徐总，你这也太客气了。那祝我们合作愉快。好嘞。哎呀，好久啊。那既然是好久，杨总，你就喝点。好好好好好。吃点吧，啊，徐总。杨总啊，你没事吧？没事。杨总。哎，你醒了。你。哎，杨总。干嘛？你去哪儿啊？你撒开我，撒开我！哎，就这样了，他怎么没电了呢？雨晴啊，雨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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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刚刚出来了。啊，不是，你怎么在这里啊？是你让我过来的。我什么时候让你过来的？啊？雨晴，你过来接一下我，我给你发了车票。你在这儿多久啊？我。白果，不是那个你，你不打算问一下我为什么在这儿吗？问你这干啥的？只关心你没有吃饱，快尝尝。哎呀，那个外面冷，要不咱回家再吃吧，好不好？走，回家。扶我一下，扶我一下，走吧，回家。只想给你吸引，你就像氧气，没你不能呼吸。我波澜四起，心动好几个世纪，手写的结局，用幸福延续。我的心温柔的给你 ，Baby I love you。雨晴。来来来来来，我上次给你买那件衣服呢？无厘头，赶紧换上啊！我妈马上就过来了，等一下你假装一下我女朋友，听到没有？啊啊什么呀？快快快快换上去！快！哎哎，对了，等一下千万别叫我老板，听到没有？知道。快快快换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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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怎么早不来晚不来？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妈，那个你看你来了也不跟我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准备准备啊！准备找个人糊弄我是吧？哎，没有。我今天要是没见着人，看我怎么收拾你！让开。哎，哎，不是，哎，妈妈妈，这人呢？站着站着站着，这不这儿呢吗？快过来呀，过来，过来。妈，这就是你女朋友？啊啊，对对，她是叫雨晴。不愧是妈的好儿子，果然有眼光啊。哎，雨晴，来来来，是阿姨这儿的。啊？雨晴是吧？你今年多大了？家里有几口人啊？你爸妈是做什么？哎哎哎，妈妈妈妈妈，干嘛呀？你真的是，雨晴，做饭去，做饭去。好的了。哦，老公。啊？老公都叫上了。不是妈。来来来，你看看他这身段啊，肯定能生个大胖小子。你说啥呢？听妈的总没错。来来。你跟妈说说，你俩是怎么认识的呀？行，认识的。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妈，还合您口味吗？啊？哎，不是，哎妈，雨晴啊，来，阿姨今天第一次见你，送你个见面礼。啊，不用，快拿着。哎，这孩子，快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我妈给你的，你拿着啊。哎，妈，你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我送送您。你送我干嘛呀？我今天就住这儿了啊！这时间也不早了，你俩快去休息吧啊！哎，不是妈，这才八点啊！八点怎么了？你看天都黑了，你俩快休息吧，快去啊去啊！哎哎哎，快进去！哎哎，不是，奥利给！哎，不是妈！哎呀，这
十一点了，那个我妈应该睡了，那我今晚睡沙发啊，你早点休息。嗯，睡觉。哎，雨晴，爸爸不睡啊？谢了啊。你家起来这么早啊？开门去啊！哥，我回来了。哼、嗯，你别呛我。傻丫头，你不是在国外吗？哎呀，我不是想你了吗？想我啊？你快拉倒吧你！你是不是又没钱花了？我有钱。真的？嗯。那行吧，来拿着。嗯？拿着，拿着。哥，他谁呀、啊？哦，他呀，我忘给你介绍了，这是我保姆雨晴啊。雨晴，赶紧把家里收拾一下。快去呀、啊，愣着干什么呀？快去、啊！那么年轻的朋友，你说什么呢你啊？累了吧？来，快来跟哥坐。好。哎呀，你这都玩了多久了？实在不行，你来我公司上班嘛，听到没有？哎呀，再说呢。哎，雨晴，不是你扫个地能不能轻点啊？嗯，还怎么再说啊？你看你现在多大？哎，雨晴，行了行了，先别扫了啊！哎，我说你，哎哥，嗯，我饿了。你饿了？嗯。哦，你想吃什么？跟哥说。我想吃啤酒鸭。啤酒鸭是吧？这还不简单吗？雨晴，那个整个啤酒鸭吃啊！去呀、啊！什么毛病啊？今天？就吃个啤酒鸭，嗯，行，一会儿就好了。哎，躺着吧。哇，开饭喽，嘿嘿。哎，雨晴，你不吃吗？喂，嘿，你看这个。哥啊，他不是喜欢你，吃醋了他。吃你个头啊！你好小孩子懂个屁呀、啊、你！赶紧，我饿了。好。不是，这来，你给我过来！你今天发什么疯了你？啊？你还想不想干了？不是我说你不会是喜欢我吃醋了吧？啊！魏晴，我警告你啊，我只是那天让你假装我女朋友应付一下我妈，那个你可别乱想，你听到没有？啊？你干嘛？啊？哎？嘿，雨晴，来过来。你来我这儿也一个月了吧？啊？来。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一共6000，你数一下。嗯？怎么嫌少啊？哎，你上次喜欢我那件定制西装的事儿，我还没找你算呢，你别得寸进尺啊！啊？不是，老板，按照我你一天能挣多少钱？我啊？哎，你想干嘛呀？你看你平时太忙，想买你一天时间，给你放个假。给我放假？嗯，那我一天500啊。这能贵嘞？嫌贵啊？行了，那我先去公司了啊。哎，爹。那这样啊，我今天不太忙，给你打个折，收你300，行吧？行不行？折。啊，收你300啊。别，老板。谢我干嘛呀？去忙吧，去吧，啊！哎，嗯，雨晴，今天这猪耳朵拌的好吃、嗯、啊！来，奖励300。谢老板。嗯。妈，酒啊？嗯。喝酒能使人快乐。哪也能让你快乐。啊！我陪你一块喝。哦，你个小屁孩，你喝什么酒啊？不消了，今年都21了。你真要喝？嗯。那你去拿个杯子过来。整。啊！吓我一跳，给你少倒点啊！来，
庆祝你入职一个月，来干杯。啊，老板啊，你一点都不快乐。你再喝点就快乐了，你还喝不喝？你不喝你就回房间去。喝。嗯，行，放这。哎，你行不行啊你？啊？哎？哎？干嘛去？啊？来。你干嘛呀你？啊？老板，你家卫生吗？我跟你说个秘密。你有病是吧，魏青？啊？不听，不听。你行，妈。嗯。快说，什么秘密？过来。嗯。你不让亲生了。哎呀！来，雨晴，把衣服给我。谢谢啊。嗯。行了，那我去公司了啊。嗯。这哪捡的玫瑰啊？还挺新鲜的嘛。不是捡的，为啥别人送的？别人送的。哦，男的女的呀？男的。那还不去上班？快吃吧，又吃饱了。哦，行。我走了。嗯。嘿。上个季度呢，我们的目标是300万，但是呢，完成了50%都不到。我觉得在座的有追求者呢。我希望呢，这个季度大家可以努力一下，争取呢在年底达成。不行，我得回去的。哎，蒋总啊，会还没开完呢，您去哪儿？哎，今天先这样子吧啊，不开了，散会。我去你！这也差不多。哎呀，舒服了。哎，雨晴，你刚买完菜啊？老板，你咋回来了？我回来丢个垃圾我。你公司没来充。喂。哎，火。这什么花呀，我花粉过敏。还有我告诉你啊，在外面不要谁给你的东西你都要，别整得跟个收破烂似的。不，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不就行了，我给你买不就行了吗？听到没有？你干嘛？老爸，能不能趁爷爷的话说你是不是吃醋？我吃醋？我吃谁的错？吃你的错？你配吗你？少不要脸啊。去回去。哎，对了，那个今天客户给我了个巧克力啊，我还没吃呢，给你们。啊，不要。什么意思啊？你刚才不是说现在这东西不让摇，咱可以做饭了。哎。自从有人给保姆送花，他去哪我都想跟着。啊、你干嘛去啊？家里没洗洁精了，安全带。哦，哎，那个正好我没什么事儿，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走啊，行，走。哎，雨晴。嗯。想吃什么？随便拿，我买单。别玩了，老婆。哎呀，没关系啊，喜欢吃什么随便拿啊。哎，雨晴，雨晴。咋了？你胳膊酸，给你吹什么呀？算了，回去。咋了？没事儿。哎，对了，刘星，那个你谈过几次恋爱啊？没谈过。你没谈过恋爱？真的啊？
哎不是你干嘛呀？没看过恋爱的路上好笑。哎呀不是你我没笑你的意思啊，我是说没谈过恋爱好啊，你看现在那么多女生都谈了好多段恋爱了。当然了。哎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啊？我不知道。你干嘛？老板，你问这能啥？我问这个，我哎，不是魏玉晴啊，我，你可别误会啊，我问这个就是看你没有男朋友啊，我说给你介绍男朋友啊，你看我公司那么多个员工都是单身，对不对？你喜欢什么类型？你随便挑，好不好？哎。不是哎，玉清，我公司保洁请假了，你看能不能去公司帮我顶天岗啊？今天走，那走吧。王哥哥，哎，走。老板，我都赶啥？你就把那个桌子收拾一下，然后把地洗一下。哦，对了，会客室的那个零食啊，帮我扔了，应该快过期了。中。啊，那我先去忙了。刘总，那我就不送你了啊。改天呢亲自去公司拜访你行吗？好的行慢走啊。好啊。魏晴你给我站住。给我站住。你把零食吃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那过期了不能吃，让你扔了你没听见是吗？啊你看没有坏扔了才可惜了。你给我吐出来。你吐不吐啊？我给我吐出来！我过来。你好，是这边回收手机吗？哦，对，是我。干嘛？等一下。啊？飞东，你是哪里？来这边说。哎！你有病啊！我让你来当保洁，又不让你来当保安，你干什么你、啊哎？没关系，没关系。这不好意思，让你见笑了。哦，对了，我这边有两部旧手机，你看能不能帮我回收一下？好，我先帮你质检一下。哎，行。你跟哪学的你？现在是立冬周正炎。这边质检完了，这台 iQOO 5和华为 P40 Pro 我们正这边给的回收价是4653，你这边可以吗？可以啊，没问题啊。嗯，好，那你看一下有没有到账。行。这么快就到账了？对啊，秒到账哦。那以后有什么平板和那个耳机能不能给你啊？可以啊，我是大炮，下次再找我就可以了。行，谢谢啊。嗯、好拜拜，好，慢走。肚疼了吧？啊？你是真该死啊你！行了，我送你去医院去。走。那怎么办？我背你吧，我背你吧。来来来，没事，一会儿就好了。快点，什么没事？快点，上来。走了。哎，雨晴、嗯，你怎么有点烫啊？你不会是发烧了吧？老板，我刚刚想放个屁。然后呢？然后我发现不是屁。魏雨晴，我那只酒啊？怎么了，雨晴？你喜欢咋了？啊，快进来。你干嘛啊你啊？高兴，谢谢，忙活。就这事。没关系吧。哦，我先出去了。哦，行。哎，我还是洗个冷水澡吧。走吧。哦。你裤子里面呢？是你帮我拿的。你。这东西，由我自己，我自己拿。嗯，听到没有？一点了，怎么睡不着啊？啊，进来，怎么了？你怎么还没睡啊？刚起来尿尿。哦。你咋还没睡？你饿不？你想吃啥？俺去给你做。我不饿，我就是有点失眠今天。
我没时间。就你还会讲故事啊？那不会。嗯，那行，那你别蹲在那儿，上来讲吧。来，我看看你能讲个什么故事来。讲啊。你不编咋讲？你把眼闭上。哦，行。嗯，讲吧。嗯，从前有一个小姑娘，她的名字叫小红帽。嗯。然后有一天，在森林里头找到了。然后呢？啊？喂、哎！嘿、哎，这哄我呢，还是哄你自己呢？哎，行了行了，我在外面睡去。啊？做梦了？讲梦话呢？这是？什么梦啊这是这先说我去雨晴我回来了月嗯什么情况啥时候怎么不开灯呢雨晴我爸啊我你有病啊这什么情况啊停水电点了。这物业怎么也不知道通知一声啊行了那你跟我走吧、嗯、走吧走走走走走。雨晴啊、嗯、你跟着他走就行了啊啊。你好副警。哎，你偷！你干嘛呀你、啊？你知道俺办事不灵活，把你的西装气坏了，今天还把马桶拉肚了。哎呀，嗯，以后不干了，有啥不对的你跟俺说，扣俺工资都中，你别把俺买了行不行？哎呀，不是，这是你赶紧去，赶紧去！你干什么呀？谁要卖你啊？你瞎说什么呢你？没干，来这儿干啥？这是水会来洗澡的，家里不是停水停电了，你不洗澡啊？怎么？对呀、啊。行了，快去吧。那你咋不跟俺一块儿？姐姐，就男女有别，哪里有男的跟你一起的呀？是不是？行行行，你快去吧。啊，洗完来找我。嘿，怎么洗这么久啊？不行，我就去看一下。人呢？哦，慧清，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俺跟你说。俺看了半天，没有事没人管，是人啊，还不要钱。这都是你吃的？啊？你也敢吃？俺都吃不下。哎呀，这吃不下就别吃了，别等一下把自己也拉肚了。行行行行，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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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了啊！你别跟杀猪一样，行不行？什么感觉啊，魏姐？啥？吃什么？好，慢走啊。嗯。哎，好嘞。好，哎，好嘞，好嘞，好嘞。哇！啊？到时间了呀？你以为一直按呢？行了，走吧。上。哎呀！老爸。啊？在街外面在这儿睡。不然呢？家里都停电了。耶、啊！把你舒服的不行。哎，对了。你那张椅子我可没给钱啊，我就给了一张椅子的钱啊。那谁？什么？那谁呢？你啊，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要不你过来跟我将就将就，啊？喂、哎哎，你还真来呀、啊？啊？哎，你这背上什么东西啊？啊？我给你看个好东西。什么呀？亚叔，别飞了。你呀、啊，哎呀，宝宝啊，你穿这身好看不？哟，你舍得穿了？好看啊！你也不看看谁买的。宝宝，今天想请个假。哦，可以啊，干嘛去？俺老乡来深圳打工，好久没见了，想找他吃个饭。哦，男的女的？男的。男的。你弟脱了吗？脱了。你衣服晾了吗？
凉了。那你垃圾倒了吗？你倒了，床也铺了，马桶也刷了。哦，那你吃吧。吃吧。真走了啊，走就走呗，有什么了不起的？好你个魏玉清啊，今天周末我都没出去，你还跑去见老乡？哎，你知道有多少个女生要约我出去吃饭吗？你知道吗？啊，什么？哎，你问我有多少个啊？哎，我就不告诉你，我气死你我。哦，我没有，我帮你叠下衣服啊。你怎么回来了？安吉错了，不是今天。哦，不是今天啊。哦，那太可惜了啊，那就只能下次了是吧？那你在家待着吧。你想吃啥？那你给你做。不用，我今天刚好手痒啊，想下厨自己做点吃的。你坐着吧，啊，笑什么？你坐着吧，等着就行了，啊，我去随便弄点吃。爸爸，啊，这么丰盛啊，啊，雨翔，你以后还是别给我送饭了，最近降温了，你骑电瓶车怪冷的，你下次等我回去吃就行了，啊。没事，你快吃吧。啊，行，我尝尝啊。嗯。好吃啊啊！三哥，嗯，叶子，你怎么来了？是啊，你明明答应我今天跟我去吃日料，我怎么自己吃上了？哦，对，你看我这脑子都给忘了，哼，这不刚好保姆给我送了点饭吗？啊，哎呀，我不管，你现在就陪我去。啊，好，陪你去啊。哎，怎么感觉你今天变漂亮了，比之前好看多了？那肯定，我今天为了见你。是吧？哎，雨翔，把它收拾一下啊！你看你能不能吃？你能吃就吃点，吃不了就把它倒了啊！听到没有？哎呀，赶紧走了，我都饿了。啊，行，听到没有 ？Later， 雨翔，哎，雨翔，我回来了，给我倒杯水啊！哎呀，啊，谢谢啊。你怎么了？你被人家打了？这样化的妆，你不是喜欢化妆的女生？你这画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自己画的？你不化妆吗？你哪来的化妆品啊？下午在地摊上买的，可好画了。哎呦喂！这多少钱？19.8。喂，去，赶紧把脸给我洗了去，快去。雨翔。啊。来，这个给你。这是啥？这是完美日记许愿星礼盒。里面有一整套的冬季限定化妆品，像眼影啊、散粉啊、口红什么的都有。你以后想化妆就用这个。这一敲就可贵了，你不要啊？那我送给别的女生了。嗯，行了，快试试吧。啊，雨翔，这个礼盒呢还有个寓意，叫做你的全星。啥意思啊？就是你有什么愿望都可以跟我说啊，说不定就实现了。啊，你给我送的男的是谁呀？哦，他呀。他就是我客户的一个女儿，之前工作上面有对接，所以呢就之前就答应跟他一起吃个饭。姐妹。对啊，骗你干嘛？不是，魏医生，你问这干什么？你哦，你不会是看没有啊？就有
就暖心的亲吻算不算钟情。嗯，你干嘛啊，魏雨晴？你进我房间怎么不敲门呢？你，喂，哎，哎，你干嘛啊你啊？啊？干嘛？啊？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来，小黑给奥特曼，好运发光嘞！拜拜。滚滚滚滚滚！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了，看我怎么收拾她！嗯，哈哈哈哈，嗯，哈哈哈哈哈，嗯，你干嘛？宝贝，给你可好了。哦，少吃点，上火。哦，行行行行。哎，雨晴，衣服洗好了？哦，你这洗的什么呀？这一点都没洗干净啊？还有这件，这件也是，你这洗的什么呀？你干嘛？那都跟你说了，洗衣机洗的不干净，你还老让用洗衣机洗。不是，你衣服，你的衣服，我都给你手洗，好吧？带你洗一遍。不是，哎，哎，雨晴，啊，那个是不是因为我花钱雇你当保姆，所以你才对我这么有耐心啊？啊，就是啊，假如啊，你将来结婚了，你对你老公也这么有耐心吗？啊？那得看是谁。啊？哎，雨晴。嗯。我帮你拿菜吧，啊？没事，你都陪他买菜了。啊，行。嗯。哎，雨晴。啊，那个我有句话想对你说。你说。那我真说了啊。我喜欢你。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呦，笑一笑。宝宝啊，你刚刚说啥？哦，我。没什么没什么。回家吧朋友们，我们。啊，回家吧回家吧。嘿，雨晴。干嘛呢你？宝宝啊，你去五婆六洞你自己都不知道。是吗？你缝好了。来，我看看。这你缝的。嗯。啊。缝的不错。啊。油不能再缝了啊。哎，对了，你怎么不穿秋裤啊？啊，不冷，俺老家比这儿冷多了，俺不想穿。啊，哎，那也不行啊，你万一着凉怎么办？你等着，我就给你买一条啊。不用了，宝宝。哎呀，等着就行了。嗯，等着。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雨晴。咋了？来，给你买的秋裤。咋真小嘞？哎呀，城里的秋裤嘛。哎，对了，我上次给你买那件衣服呢，在屋里头。哎，你一块换上，我看看合不合适。嗯，啊，去吧，小心着凉啊。啊啊，去吧。怎么还没好啊？雨晴，好了没有啊？老伴儿。啊？秋合，咋还有子墨嘞？那个啊，城里的都这样。哎呀，肯定是城里的呀。嗯，你干嘛呀？老伴儿，别动。啊？
你脸上有蚊子，你打死。来，你给我过来喂。魏一清，你是不是对浪漫过敏呢？你啊？那你咋了？不是气氛都烘托到那个地步了，你就不能干点浪漫的事？你非得去打只蚊子？啊？啥是浪漫的事？自己查，查不出来今晚没水了。气死了。老伴儿。啊？你干嘛呀？俺今天拉了好多屎。啊？为什么？你不会又吃坏肚子了吧？不是。啊？因为像你一边摇一边。有人。老板，老板。滚！滚！怎么了？啊？秃头！你看看，你看看，哎，我跟你说多少遍，那冰箱的剩菜剩饭别吃，别吃，非要吃。现在好了吧？行了，行了，行，我送你去医院去，走吧，走。啊？来哪个？不是你来什么？你也得去医院，赶紧的，快点。哦，你来例假了是吧？啊，不好意思，那现在怎么办？能帮俺去卖卫生巾吗？魏晴，不是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啊，哎，你让我一个大老爷们这大白天的去帮你买那个东西啊？不是，那我不是让你掏钱，拿俺的手机算。哎呀，这是钱的事儿吗？我差那。这么多啊，这买哪个呀？来，雨晴，给。我也不知道你用哪个，我就都买一点。哦，对了，来，这个给你。太贵，哎呀，给你就拿着，不是买的。真的？骗你干嘛呀？这不最近有一个升级挑战吗？只要在左下角链接里完成挑战，你就能领苹果14 Pro Max 或华为 Mate 50 Pro， 而且官方还闪送到家呢。这还能领手机了？对啊，不过要注意啊，链接存在才有库存。点我左下角链接再点立即下载，只要5秒就能参与。现在首充6元还能领5倍经验加成和一整套的绝版时装神器，升级刷怪快5倍呢。那也给你领的。行了行了，你赶紧换上再说吧啊。嗯，换上啊。嗯，我换一下。哦，我出去，我出去。Later。好点了吗？好点了。嗯，只是腰有点疼。那怎么办？给你搞两个止疼片吃吃。你先吹吹吧。啊啊？腰是吧？错。哦。啊？我把你弄伤了。你不让我戳一下吗？吹一下。哦哦，行行行。啊。我给你捏捏吧。哦，行。捏。啊？是这儿。是这儿。哦，行行行行。这儿是吧？嗯。啊。谢谢点。哎，雨晴。啊。你害我今天一个60万的合同没签，你打算怎么补偿我？60万。啊，不然你以为6块啊？嗯。你打算怎么补偿我？啊？啊？什么呀？嗯。哎，雨晴，你怎么不吃啊？吃吧，不想吃。不是，你这嗓子怎么回事？
过来，乖乖，我摸摸来，过来。哎，你有点烫啊你。来来来来，我给你测一下，快来快来快来，测一下测一下。那，你中标了你。这啥意思？什么什么意思？这不两道杠了吗？这测两遍都是这样子的。啊？嗯，那咋办呀？俺妈知道不得打死俺、啊。不是，他打你干什么？这不很正常的吗？俺妈从小就跟俺说，亲嘴就会生小孩，一上回亲了，这还好了，还没结婚就有了。俺妈知道了该咋办呀？你胡说些八道些什么呀？什么就有了？人家刚不就是有了？哎呀，这是抗原，姐姐没怀孕，不用生小孩的，听明白没有？讲了。嗯。啥是抗原？这都吃了药了，怎么还这么少啊？这怎么办呀、啊？哎，雨晴，雨晴，嗯，那个，你现在赶紧把衣服脱了啊，赶紧。嗯？啊？把你弄啥了？你瞎想什么呢你？我是说，我用酒精帮你擦擦身子，物理降温。你这么一直烧着烧下去怎么办？我也把脑子烧坏了。不就把俺看光了吗？不是魏晴，你以为你谁啊？啊，谁稀罕看你似的？哎，我告诉你，要不是你发烧，我才懒得管你呢。那你烧着去吧你。行行行，那这样，那我用这个酒精给你擦擦手心脚心，但可能效果没那么好，行不行？嗯。等着。雨晴怎么样了？雨晴，雨晴，哎，雨晴，你别吓我，雨晴，雨晴，雨晴啊！这辈子白情再走一遍，呸呸！你瞎说什么呢你？啊，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知不知道？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一起去经历，没有一起去做。你放心，有我在啊，你一定不会有事的。我现在送你去医院，来来来，亲爱，快快来吧。不用再学会忍耐，会得到属于你的。雨强，雨强，我出去一趟啊啊！你还回来吃晚饭？哎，我肯定要应酬，你自己吃吧啊。你慢点。行，知道了啊。哎呀，周总啊。您这可真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啊！这个项目你也忙了我两个月，是我怕你。好了，签。哎，好，感谢感谢啊！哎呀，怎么了？合同有问题？哎，没有没有，我的问题啊！我出门太着急了，这不工伤忘拿了吗？周总，稍等我一下，我打电话叫人拿一下啊！好嘞好嘞，来，周总，大恩不言谢。没问题，好说好说。哎。雨晴，老爸是这个吗？啊，对，是这个，辛苦了啊，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去吧啊。哎哎哎，这是弟妹吧？哎呦，没有没有，这是我家保姆。雨晴，过来跟周总打个招呼，来。周总好。啊，杨总。哎，你很有眼光啊。哎呦，哪里哪里，让周总见笑了啊。雨晴是吧？来都来了，来来来，哥这里坐，陪哥喝两杯。哎哎哎，周总，哎呦，这雨晴刚从农村过来，啥也不会啊，我怕一会儿陪得您不尽兴，是不是？哎呀，喝两杯不就什么都会了？杨总不会不吃人之美吧？不是，哎，不会喝。哎，周总，您这是喝了这杯，杯子底下的钱都是你，这比你当保姆赚的多了吧？周总，您可真会开玩笑，这小姑娘确实不懂事啊。这样，您要是真喜欢，我再给您介绍一个，行吧？哎呀，胭脂俗粉，哥哥我见多了，我就喜欢这雨晴这样。哎，周总，哎呀，我陪您喝，好吧？来来来来来，我干了，您随意，好不好？哎，周总，杨总，
你公司今年什么情况你比我更清楚吧。这个项目你不想做有的是人做，快过年了，你们公司年终奖不打算发了？啊，周总，我年终奖发不起啊，我可以卖房卖车，这个就不劳您操心了啊。但是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别想让他喝一滴酒，听明白了吗？啊，行，你行，雨晴，等着瞧，我们走，来。说好了，今天我买单的，你可不准抢哦。行了，知道了。坐我车了。好。雨晴，雨晴，你怎么跑过来了？哎，对呀，没啥事，过来接你下班。不是。哟，杨总，谈恋爱了呀？我咋没听你说过呢？哎呦，没有，你别误会啊，这是我家保姆。我还没听说过谁家保姆还负责接下班的呢。妹妹，今天啊，你可能接不了她了，她要陪我吃饭。嗯，来一个。哎，雨晴，雨晴，哎，快过来，过来，过来，你来都来了，要不我们一块吧？啊，文文，加双筷子的事情，不介意吧？我有那么小气吗？啊，那就行。算了吧。来来来，你过来。哎呀，这个女人平时就喜欢在我面前显摆，你来了正好我们两个踩她一顿啊，行不行？嗯，哎，文文，那咱们走吧，走吧啊。哎，好。哎，雨晴。哎，爸爸。脱鞋啊，你干嘛呢？我去吃沙冷酱，还有那酒吃了。哎呀，行行行，你脱鞋就对了，快点快点。谢谢啊，谢谢啊。来吃吧。哎，哎，这样，你干嘛呀？这什么大事？哎，行，你放下吧，这本来就是生的。妹妹，你不会连刺身都没吃过吧？嗯，是说没吃过，俺在老家的时候天天吃。行，好，那你先吃啊。来，嗯，来，没事，吃吧，啊，你吃吧，啊。哎，妹妹，这个是要站着吃的。要哦，哎，你干嘛呢你？不是说站着吃？站这个吃就行了，啊，不是站着吃，站这个吃。哎呦。先去上个厕所。去吧。这傻丫头怎么还没回来呀？哎，你快吃呀，你愣着干什么呀？好。我去上厕所啊，文文。好。啊，行。哎，小姐姐，刚才那个女生呢？哦，她已经走了。已经走了？对。谢谢啊。啊，魏晴，你怎么不说一声你就回来了啊？俺爸给你丢人，就先回来了。我，哎，你这做什么呀？啊，还挺香的嘛。酸菜鱼。你还会做酸菜鱼啊？来，我尝尝来。哎呀，嗯，挺好吃的，怎么做的？这是丁丁烂菜酸菜鱼，里面都搭配好了，鱼片也是先切了，把汤包还有酸菜先放锅里头，然后再把火黑鱼先切的鱼片也放进去，5分钟就做好了。嗯，这哪来的啊？他在抖音上看到的，现在抖音念过好无界，十只脚就能抢丁丁烂菜，点评论区指定链接就能抢了。这么好啊？那你再多买点啊。行，来，快吃吧。宝贝，你咋回来了？哎呀，我一点都不喜欢吃那个日料，在公司的时候就想吃你做的饭了，随便吃了两口就回来了。你不是天天吃俺做的饭？那也没吃够啊。哎，对，刘星，那你愿意
给我做一辈子饭吧。啊，不说。为什么呀？你将来有事了，谁给俺发工资啊？滚！雨晴，嗯，我吃饱了，你多吃点啊。喂，喂，杨总啊，嗯，今天我家里给我安排了个相亲，我想给你请个假。啊，行，知道了，嗯嗯。怎么这早不相亲晚不相亲，这个时候相亲？这老板，老板当秘书的干啥？哎呀，就做做会议记录，然后准备点物料什么的，挺简单的。不过你得换身工服啊，当秘书可不穿这个。啊，行。老伴儿啊，他这样穿对不？老伴儿，对，是这么穿。差了吧？忘了。啊，老子行。哎，行，你没事吧？啊？没穿高跟鞋。哦，行，没事就行，吓我一跳你。啊，杨总，不好意思，我什么都没看见。哎，不是，哎，哎，雨晴，嗯，对了，我等一下有个客户要来，你帮我去买点好茶啊，再帮我买两条中华过来，听到吗？嗯，啊，快去吧。袁总，这方案没什么问题吧？这方案没什么问题。行。那我们就抓紧时间推进啊！好，哎，雨晴，来，给我，袁总，咱们呢第一次合作啊，这儿呢就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来拿着，这都不好意思。哎呦，新年礼物，好不好？新年快乐！那我就收下了。哎，没问题。嗯，怎么了，袁总？贵公司这企业文化有点特别。什么意思啊？啊？老伴儿，哎，怎么了雨晴？这个小鸟，你有空不？俺想请吃个饭。请我吃饭？嗯。现在吗？有空啊，有空。你等我一下，我去换个衣服啊，这个有点不太正式啊。放心。不是魏晴，我穿着西装开着那个车，你就请我吃个臭豆腐啊？吃日饭了。有片有好吃，西装穿西装不能吃臭豆腐。可是吧，有点亮。这不白打扮了吗？嗯。啊、雨晴、嗯，雨晴，你快看地上有什么，快看。地上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谁掉的吧。哎，这样子，你赶紧捡起来，我帮你看着啊。快！老板，我捡些的。啊，捡。今天敲门吧。没人看见。哎，对了，雨晴，人家都说呀，捡的钱要立马花掉，要不然要倒霉的。走吧，我们去换个地方吃点好吃的，怎么样？走。怎么了？老板啊，这不太好吧？就像没人看见，急死了。啊？啊？要不在哪儿等一会儿吧？哦，行，哎，雨晴，这都等半天了，我估计那吃主不会来了，我刚才没吃饱，都饿死了，要不我们走吧？啊，行不行？行吧。行了，走了。哎呀，别看了，走了。啊，嗯，俺先吃个好嘞。真的？行，这快来，快走，上车。Later， 雨晴，是这个好吃还是臭豆腐好吃？嗯、啊？都好吃，都好吃。哎，你好，先生，这边方便去买一下单吗？我们快来一下。哎，好的。来。啊，小姐，这边一共消费是297元。
捡了100，抓了300，一路上不说话。哎，雨晴，快过来，快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我轮胎下面压了什么？快看！呀，对啊，快捡起来，快捡起来，我帮你看着，快点，快捡起来，快捡起来啊！多少钱？200。啊哈。怎么了？有人掉钱了。哎呀，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轮胎不知道在哪里压到的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今天是个小幸运星啊！我原来出来从来不会捡钱的，你今天一下捡300，对不对？啊？行了，上车吧，快回家了啊！走了走了走了。拜拜。啊？怎么了？时间喝牛奶得请你好，我给你放这儿了。哦，行，谢谢啊。没事。啊。算你有良心。哎呀，这是雨晴啊，我回来了。哦，妈，你怎么来了？说吧，怎么回事？不会是上次让保姆假装女友的事儿被老妈发现了吗？妈，你都知道了，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啊。这都一个多月了，你俩怎么一点好消息都没有传来啊？就这事儿啊？哎呦妈，你吓我一跳，你真的是。我站起来。谁让你坐了？啊？你觉得这是小事儿是吗？不是不是不是，大事大事。一看你就不上心，我在这住2天，孙斌督促督促你们。哦，去给妈倒杯水去。行啊。雨晴，你怎么把你奶奶给上了？喂，小张，哎，你一会儿把那个方案给我发。你丢丢！哎妈，你干嘛呀？这工作什么时候忙不行啊？我好不容易来一回，陪妈看会电视去。哎，行行行行行。妈，这啥电视剧啊？你看就得了呗。哦，我平时都不看。哦、不是妈，这，我有点闷，我出去散散步啊。啊？妈？哎，不是妈，你关灯干嘛呀？啊？嘿，你看这老太太，老伴儿，怎么了？啊？你干嘛？要不然去把灯开开。哎呀，雨晴啊，我妈再不走开怎么办啊？怎么回事啊？啊？啊，对不起啊，谢谢。妈，你干嘛呀？哎呀，你家那冰箱太小了，能放啥呀？万一给雨晴饿死了怎么办？不是，我那还能正常用，你没必要吧？别那么多废话，快过来帮忙。哎，行行行。你们看看啊，这是美的508基本冰箱。4门超大空间，超大容量，雨晴想吃啥就放啥。哇，哎妈，榴莲可别往里面放啊，那串味了，一会儿冰箱要不了了。哎呀，没事儿，它有王牌 PST 加智能净味技术，双循环双系统，双倍净味，里面还有独立调温调湿的抽屉，我的东西再多再杂也不怕，冰箱每天干干净净的，年货随便装。行，妈，那多少钱我转给你吧。啊，这是我给雨晴买的，关你屁事儿。雨晴，走，阿姨带你去逛超市，把冰箱添满。不是。哎，妈！哎，妈妈妈，行了行了行了，雨晴她吃不完这么多的啊！哎呀，知道知道了，我再去拿只老母鸡，晚上给你们炖汤喝啊！行吧行吧。啊，你家小孩子这家里还有吃不完呢。不管了，我现在就要。啊，给你买，给你买，给你买。哎，雨晴雨晴雨晴，那个。嗯，你能不能给我撒个娇啊？才整啊？啊，行不行？啊？哎哎哎！哎，你吃来，你干什么呢？啊？我没有，妈。妈，你听我解释，妈，我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雨晴，雨晴，这怎么样？坐车累不累啊？累。那
过年在家里好玩吗？好啊。那你有没有想我呀？哦，对了，来，这给你。安迪啊，怎么了？你嫌少啊？俺都车念了。哎呦，这是开工利是，不是压岁钱，知道吗？拿着吧，哥。拿还没给你摆念了。你还挺讲究啊啊！行吧，来，那你给我拜个年，我看看来。哎，你干嘛呀？你赶紧给我起来呀！来，吕青，把行李拿过来。哎，哎呦，后面好像放不下了，要不放前面吧？啊，师傅，那杯子多久？你说这个啊？嗯。哎，不是我买的，都是别人送我的新年礼物。走吧。俺也给你准备了新年礼物。你还给我准备礼物啊？什么呀？啊？人家都不是假期的，新年了嘞。你这。那碎了。哎，行了，拿丢了吧，啊？那为什么还能吃？吃什么？你看都碎成什么样了，等下把车弄臭了。拿来。什么呀？这是。哎呀，走吧，回去了啊。怎么了？老婆，啊？你是不是嫌钱给你拿的鸡蛋？哎呦，瞎想什么呢？怎么会啊？这你那鸡蛋不是都碎了吗？没闻到都臭了。我们回去再买新的吧，啊？好吧，俺省了厕所。快去吧，嗯，快点啊。嗯，上完了，走吧，回去吧，啊。宝贝儿，给新年礼物。这你刚买的？啊？拿来退了，现在听到没有？安博，别人都送你了，俺也要送。魏晴，你是不是傻呀？啊，那些酒是客户有求于我才送的，将来都是要还的。哎，你就是一个普通人，过普通人的生活就好了，听到没有？你买这么多贵的东西干什么？你现在很有钱了是吗？啊？安怕你嫌弃。来，你看，来，你不是已经送我礼物了吗？你再有个鸡蛋。嗯，刚才那一袋儿就这一粒没坏，我就拿回来了，行了吗？但是就是个鸡蛋不是巧。哎呦，好啦，这样子啊，你要是真想送我礼物的话，那你明年过年可以带我回你家，对吧？那吃年夜饭的时候可以让我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你说是不是？啊？不说。为什么？人家不吃。喂，现在去退了，快点！雨晴，你站这里干什么？吓我一跳，你啊！老公，想请个假。请假？行，干嘛去啊？你相亲？你妈不是在医院的吗？妈今天出院了，现在在老家养病了。不是，那你妈怎么想的呀？你22岁，相什么亲啊？咱老家这个年龄，人家有了都有小孩了。非去不可。不然没法交代。那行吧，今天正好我没什么事儿，走，我陪你去。你去干啥了？哎呀，你了解他吗？他万一把你骗了怎么办？是不是？啊，走。哎，雨晴，人呢？怎么还没来啊？要不要问问？行，你问问吧。雨晴是吗？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是？啊，这位是？哦，我是他表哥。啊，现在相亲都流行带亲戚过来蹭饭哈。什么？没事，要不然怎么说农村人都喜欢占点小便宜呢？来看看吃什么。不用了，我们吃过了。啊、哦，那可惜了。哦，是，哎呦，你们城里人还用这么老的手机啊？不是，
我新手机苹果十四 Pro 还在车上呢。哦，这个是旧手机，哎呀，要卖了的。哎，那你可以试试最近网上很火的那个转转 APP 啊，他们家回收手机价格是真心公道，打钱又快又干脆，而且网上下个单就有人上门，就跟点外卖一样方便，像耳机、平板、笔记本什么手表的都能回收。要不我现在帮你点一个呗？不用。哦，我自己回去看看。哦，扯远了。那个雨谦，你的情况我也都了解了一下，你虽然条件一般，但是你长得还行，也能改善改善我们家的基因嘛。我对你要求其实也不高，一年之内给我生个大胖小子，我在外面干什么你可就别管了哈，要不然我也不能找你们这种农村的嘛，不是。哎，不是哥，那你有什么呀？啊？哟，别客呀。懂得还挺多，要不然怎么说越没钱的懂得越多。哦，哎，雨香，你觉得怎么样？啊？你看不上他？什么？我没说他看不上你啊。你们农村人还看不上我？这可是你们跨越阶层最快的途径了，也不是好歹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农村人比较耿直啊，确实看不上。雨晴，走。走啊，走。您别后悔啊。啊，不后悔，不后悔。雨晴，你妈给你介绍个什么玩意儿啊？行了，安全带，走了。这是你的车啊？对啊，我们农村的车。哼，我还说给我妹拿来当嫁妆呢，怎么了？哥，我们是不是有点什么小误会啊？要不我请客，我们再找个地方坐一坐。哎，不用了，我妹那儿还有好几场呢。啊，我们先走了啊。哥啊，再给个机会呗。兄弟，我跟你说啊，我还是喜欢你刚才那副桀骜不驯的样子，特别帅啊。回见啊。拜拜。宝宝啊，你想吃啥？我都行，你看着坐吧。哎，雨晴，做饭去吧，我来啊。来了来了来了。你是？你好啊。魏雨晴她是住这里吗？雨晴啊。是。那她在家吗？不好意思啊，他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吗？不在啊。啊，对。哦，那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给他吗？行，我帮你给他。那我就不好意思，我就先不打扰了。好。啊？是呀。查水表的，做饭去吧。什么玩意儿？什么年代来流行他妈写情书啊？爸爸，啊，吃饭了。哦，来了来了。雨娇，你先吃，我下去一趟啊。什么档次？和林夕犯泡泡吗？开什么玩笑？来，雨晴，多吃点啊。不要了，俺吃饱了。啊，行。老伯，刚是不是有人给了你个东西？对。你搁那儿呢？我扔了。你扔了弄啥的？不是魏雨晴，哎，你就是一个保姆，你真把这里当你家了是不是？啊？你再把家里的地址告诉那些乱七八糟的人，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回去，毛病！等我看看是哪个小兔崽长得这么在乎。表姐，谢谢你能提前给我交学费，参加工作我就还你。不是，哎呀，哎，雨晴。第一副呢？啊？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表弟啊。啊？没事。来，这送给你。来，吃牛肉。
哎，这是完美日记情人节礼盒，里面一整套兔年心理化妆品。不是把你的那个礼物弄丢了吗？我再给你买一个，喜欢吗？喜欢。那你能别生我气了，好吧？快试试啊！快。好看，好看啊！给你这件衣服特别搭。什么？啊？现在吗？终于买，宝贝挪上了。啊？如果你这儿有个蜜粉，你看。不是你，太饿了。啊？爱情有紫色、红色、蓝色、白色四种颜色，会画出。嘿，雨晴。在哪？来，那个，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要给人发工资了。发你个头啊！不是月初才给你发过吗？嗯，那是啥？哎呀，你自己看手机，快。你知道了。什么日子？今天星期二，六月超市打折。哎，你买彩了？哎，不是。哎，雨晴。咋了？哎呀，雨晴怎么才回来呀？我跟你说，刚才家里砰的一声就黑了，我估计是停电了。哎呦，吓死我了都！不是你那什么表情啊？没事，那咋办？那只能出去住了。啊，你把菜放那吧，走吧，走吧，走吧。啊，快。啊，怎么了？没有，本来是有两张床的房间，但是今天人比较多嘛，就剩这么一间了。你干什么呢？哦，都可以啊，你想睡左边就睡左边，想睡右边就睡右边，都行。哼，啊，雨晴，那个我还是觉得不太方便。我在这里打个地铺啊。算了吧。哎，就这么定了，我去找服务员拿床被子啊。行。啊。你还是上来睡吧。不用，我喜欢睡硬的，那个太软了。哎，给我个枕头。好。哎呀。那你干嘛？快睡啊！把灯关了。啊、完了。这么硬啊！哎，雨晴，你真的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雨晴。嘿，这都是猪的吧？怎么睡这么快啊？哦，干什么呀？赶紧睡，赶紧睡。我。怎么了，雨晴？你车能借一下不？借车？不是你有驾驶证吗？嗯，没有。你没驾驶证，你开什么车？你这属于无证驾驶，违法的，知道吗？俺不开，俺想让你开车帮俺拉点东西，俺这电驴放不下。拉东西啊？嗯。行啊，没问题。哎，那个我车停的有点远，我先去开车啊，我在楼下等你，行不行？啊，快。这什么东西啊？家里宝贝。什么宝贝啊？这是？俺当家人了。什么呀？你让我开车就帮你拉这个？
行，你就换他就行了。干嘛？你那么大声干嘛呀？没儿子。啊，行，我看到了。哎呀，我看到了，看到了。好了，快走了。宝宝，带不动了。没油了呀，我加点油。啊。按给你加吧。你给我加。你还把人拉屁股呢，按给你加油。不是，你确定啊？这加油可不便宜啊。加个油能花多少钱？按给你加。行，到你家。好，加什么油？加金龙鱼吧。你有病啊！那个不好意思啊，酒吧加满。啊，好嘞。怎么了？喝两杯了。还没加完呢。加完了没？可能还得一会儿吧。596啊？不是，你怎么还哭了呢你？啊？不是你吵吵着说要加油的吗？太贵了。好了，别哭了。那要不我让他再把那90多块钱抽回去，给你凑个整。雨强，我下午要出个差啊，明天回来啊。帮我带点衣服不？哎，不用了，就一天时间。那我走了。嗯，哎，对了，那件西装啊，记得给我放到干洗店，别给我洗坏了啊。嗯，好。走了，拜拜。嗯，好了，谢杨总啊。哎，雨晴，你怎么过来了？干嘛呢你啊？你怎么那么什么事？我先走了。哎，不是，你干嘛呀？老伴，你没事吧？你没事吧？这我公司你捣什么乱呢？你啊，闲的是不是？是，出去啊！什么情况呀？这样都跑公司干嘛呀？老板，你没事吧？说了没事儿，滚出去！什么毛病啊？来，你过来！谁让你去男厕所的啊？疯了吧你？赶紧回去啊！你老跟着我干嘛呀？回去啊！我不跟你说了，我等一下要出差吗？你不回去，你跟着我干什么？我是去工作又不是去玩，再说了你以为机票不要钱是不是？你给我买个站票就行，还给你加。你家机场卖站票啊？你再捣蛋行不行？我揍你啊！赶紧给我回去啊，把家里给我收拾干净，听见没？回去。啊，去呀、啊！想什么呢你？哎，好。老爸，不是让你回去吗？你怎么还在这里啊？我说你还是待啥呢？现在已经停止购票了，怎么带着你啊？你先让俺上车，倒了咱再补票。我告诉你啊，这飞机上不能补票的。好了，我明天就回来，快回去吧啊！你把这拿着。这什么东西啊？那火车上买的吃的就可贵了，飞机上肯定更贵，那是路上吃。行啊，来，把这拿着。你是不是把我西装弄坏了？弄坏就弄坏了，再买一件就行了啊！老婆，不是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我感觉回不来了。啊？什么意思啊？我今天早上看了你西装里头的体检报告。你说的是那个什么慢性浅表性胃炎？傻丫头，想什么呢？啊？那就是个消化不良，80%-90%的人都会有的，你去体检可能你也会有，知道吗？真的？不废话吗？要不然我现在都在住院了，我怎么可能去出差？你瞎操什么心呢你？瞎操，
那你走吧。行，别瞎操心啊，慢点啊。哎。哎，回来了。嗯。哦。怎么了这是？啊？刚想去卖脚油，今天天太热了，扔给卖雪糕吃。然后呢？掉地上了。哎呀，在这儿了。那你哭什么呀？想小补丁太香了，想给你买个大的。啊。看这包装怪好的，大叔也得七八块钱。结果呢？结果多少钱？结果1.18万。哈根达斯啊！在雪场的时候，好多人都在那催俺快点，没好意思往回去，就买回来了。行了行了，别哭了别哭了。哎呀，买了就买了嘛，100是吧？嗯。算我的算我的，行了吧？啊。你买了。咱能让你脱掉，快尝尝，更好吃不？好，那我尝尝啊。嗯，好吃啊！来来来，给你尝尝，来来。嗯，不吃了，你吃吧。你买的怎么不能不吃呢？你不想尝尝这100多的雪糕啊？来来，给你尝尝，来，好不好吃？啊？你能一口最起码十几个小布丁肯定好吃了。怎么行行行，就这里。来，你听清楚啊，我呢给你5分钟时间，你想吃什么随便拿，我买单，行不行？然然，我还能骗你不成？但是你答应我以后不准再哭了啊。只有5分钟时间啊，5分钟之内拿多少算多少，行吗？嗯，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啊，准备啊。3、2、1，开始。傻丫头。Later。爸爸。哎呦，这么快啊？啊，这还有2分多钟呢，你不买了？不卖了。行吧，那走吧。你这都买了些啥呀？啊？什么呀？这是泰国，我可以给你红烧吃。哦。卖了条鱼，新鲜的嘞。今天晚上整了它。你不喜欢吃饺子？卖了点肉馅，俺给你包饺子。卖了个酸奶，结尾不好就多喝点。好。你怎么买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啊？因为我爱喜欢吃。行行行。哎，那你就没给自己拿点什么吃的吗？哪了？哪了？有时候，啊？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雨乔，饭呢？啊，哎，怎么了你啊？那个肚子有点疼。哎，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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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坐了别坐了，躺下去，快快去。你吃晚餐吗？嗯，我没那么饿啊，你不用管我，赶紧赶紧躺下去，我给你倒杯热水去，听到没有？嗯，啊，快去。好，那今天我来做饭，给雨晴做个什么吃呢？红烧排骨。啊，嗯，红烧排骨怎么做？把汤汁收浓稠，就可以关火出锅了。切，这么简单？好了，时间差不多了，炸！那红烧排骨啊，没问题吧？你叫我来你家就是给你做饭啊？对啊。那你怎么不叫厨子啊？厨子要预约的，我刚刚打电话问过。怎么？不是你做不做啊？你不做我找别人了吗？哎，那你得答应陪我逛街。那你先做吧，你做好再说，行不行？行吧。哇，可以哦，看不出来你有2把刷子吗？那肯定啦。哎，对了，
啊？帮我拿一下蚝油。行。哎，雨晴，给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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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你怎么起来了？哎，起来给你做了。不用了，我正坐着呢。哎，你躺着就行了啊。啊，去吧。那谁啊？我家保姆啊。他根本不让他坐。哎呀，他今天来例假了，不舒服啊。给，接着坐。啊。雨晴，吃饭了。雨晴，哎，人呢？怎么不接电话呀？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这死丫头又跑去哪儿了呢？魏晴，你在这里干什么？啊？你不是不要俺了？谁不要你了？我什么时候说不要你了？那你不是有招了个闲逛子吗？那是我朋友啊。哎呀，我本来今天想给你做顿饭吃的，看你身体不舒服，结果不会做，我就让他给我帮忙。怎么？离家出走啊？啊，长能耐了是不是？那要回老家了。你还要回老家？那还当不当我保姆？啊？走，我去吃饭了，别吃这个。谁过年不想给他做饭？你想吃什么？你有没有泡面？看泡面谁不会啊？那你给俺泡个面。上，走，回去给你泡面吃。再一声不吭给我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听到没有？啊？两个时空等不到同一个破晓，最后只能带着回忆奔逃。咋了？哎呦，那个鱼刺好像卡到我喉咙里了。让看看。啊。看了，看见了，嗯，我给你拿出来。哎，你怎么拿手啊你啊？给，用筷子给它夹出来，啊，快！你别动啊！啊！有病啊！去，过！雨晴，先别擦了，过来，来。你来我这儿当保姆多长时间了？嗯，快小半年了吧。这么快小半年了？那你除了给我当保姆之外，有没有想过当点别的什么呀？当啥？哎呀，就比如当老板娘啊。你咋知道的？啊？嗯，你咋知道要当老板娘？什么意思啊？杜小凤大哥回家结婚了，把他买烤冷面那摊给俺了，俺现在就是老板娘，厉害不？哦。厉害，我去公司了。老婆，那你慢慢过来，给你烤冷面吃。行，再说吧。吃点烤。Later。哎呦，这丫头还真摆摊呢。哟，秦总，忙着呢。老板，你来了。来，庆祝你开业大吉，这个苹果十四给你。不要！哎呀，你就拿着吧。这次我在左下角链接领的，现在官方周年庆上线，圣诞节就能领苹果十四 Pro Max 和华为 Mate 50 Pro， 而且都是全新带发票的国行正品，24小时就能闪送到家了。行嘞，这咋领？俺给俺妈也领一个。行啊，那你点击左下角链接，再点击下载，新人注册上线还能额外领8000呢。不过活动有限，你一会儿赶紧去下一个。行了。哎，对了，生意怎么样啊？这么厉害，这是卖300的？不是。3000啊？3份。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做个市场调查。我交给你个任务。啥？你去看看隔壁的那些摊位，他们卖多少钱，了解一下他们的价格，这样子我们才能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明白不？去。走。快点啊。傻丫头。爸爸回来了。那家烤面筋可好吃了，比那家烤冷面好吃多了，还便宜。嗯，
等会烤。老板，这烤冷面我不要了，把钱退给我吧。哦，行行行行，来，不好意思啊。啊，没事没事。啊，对了，美女，你这个烤面筋哪里买的？有个汕头人，这凉不就倒了？好 ，OK， 谢谢。老板，让他靠谁？你啊。雨晴，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快递到了。那你不会坑你钱，吓死我呀！你看你看的带劲，怕打扰你。谁看的带劲了？我那就是刚好刷到我看了两眼。哦。哦，你个头啊！去出去！真是。雨晴，这是我给你买了件衣服，给你拿换上试试。啊。老板，你看，好看不？这什么玩意儿啊？薄苹果的泡沫，俺看你不是喜欢看吗？现在立刻给我脱了，听到没有？嗯，你不看了？我看你个头啊你啊！你再给我学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我信不信我揍你啊！快点！啥玩意儿都学。老板。啊。大爷。啊。老板。哦。挺好的呀，挺适合你的。哎呀，哎，穿的跟他一样，一样吗？这不一样吧？这个颜色跟你的一样。你看，这不是一样吗？哎呀，不一样。不是啊，这肩膀都一样，这都是一样的。你看。哎呀，行了行了，我说不一样就不一样，怎么不能倔呢你？去做饭去。手术吗？真是。哎，雨强，那个今天天气不错，要不咱们去外面吃呗？吃。拿一把你衣裳出门。哎，别，就穿这个挺好看的，啊，走。Later， 雨翔，雨翔，吃完了没？吃完了。来，服务员买单。好的。先生您好，这边一共消费370元。哦，行。哇，才能回来。哎呀，又不是经常出来吃，走了。对了，先生，最近店里呢有活动，然后完成本次挑战就可以免单哦。免单了吧？这么好啊？嗯，是的。你们要参加吗？什么活动啊？这边请。走，看看去啊。这个是。嗯，情侣在本次店里面完成基本挑战的话，分享到朋友圈就可以免单了。哦，好。小姐姐，那个我们不是情侣。啊。你们不是穿着情侣装吗？啊，这是套，但是算了，买单吧。嗯，怎么了？啊？行，好，我跟男先出去等你。哦。你刚才拍照了没？没有。你怎么不拍呢？嗯，算了，买单。雨强，雨强，那个老板，刚才打算帮你省点钱，300块钱能买好多菜。哦，我知道。啊，哎，雨强，那你觉得他们家好吃吗？还行。那要不我们明天再来？啊？哎，不吃就不吃嘛，你推我干什么？嗯？怎么了，雨强？哦。哦。你说什么？啊？他说你想干嘛？不是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那不得经过你同意吗？经过我的同意？嗯，行吧。哦，行啊，我没什么意见。那就是。爸爸，咋都能吃这的？好久没吃了，突然想吃这个，就帮我接杯水去。嗯，来。嗯。在桌上吃，你在这吃一样的。你没事，你出去吧。啊！哎呦，呛死我了！
哎，雨强，我吃饱了。中，啊，你在忙呢？哎，又有什么事？哎，你干嘛去啊？吐药，洗吐。你就拿这个洗啊？嗯，我还能洗到嘞。怪不得你头痒，来来过来，来这个给你。这是啥？这个是诗诗同款的科诺小 K 瓶，里面有王牌的控油成分，也有纤 MEA， 能有效清洁你头皮上的油脂和头屑，而且还有护肤级的烟酰胺，给头发头皮补充营养和水分，洗完清爽不干涩，而且还有光泽。谢谢老板。没事，你洗头都洗了，要不你顺便洗个澡呗。愣干嘛？快洗啊！老板，留给你先。哦，对对对，对。小爱同学，我在。来首浪漫点的音乐。好的，一起来听甜美歌曲。嗯。小爱同学，小爱同学，我在。什么呀？这是？别放了，别放了。好的，老板。哎，洗完了就行。嗯，那刚刚的头发变多了。那肯定啊，它有那个护齿离子蓬松技术，就是能让你头发变得蓬蓬的。以后你就用这个洗就好了。哎，中啊，你咋还没去上班呢？嗯，我一会儿再去。哈。行。嗯。哎，雨晴。嗯。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啥？不是，你说你想当？嗯、啊，等会儿，你别走。哦。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周哥，你看。这什么呀？咱乐邻居他搬走了，把他家猫给俺了。俺现在当妈了，你说咱给他起个啥名？你从哪拿的？送回哪去？听到没有？我不管，你爱送给谁送给谁，快点儿。等我去动物园呢，真是。那爹不要，我给你找个爹。哦，哎，雨香。啊。你在左边。嗯。我紧靠。你拿都拿回来了。那你就养着吧。不太敢亲密的。别了。属于我们俩的。脸庞太天真了。苹果一样的甜的羞涩。雨香，雨香。在了吧。你能不能当下我老婆？啥？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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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假装一下我老婆。弄啥了？我一会儿有个兄弟要来，估计又是跟我借钱。他之前借我的钱就没还。这样子啊，你一会儿假装一下我老婆，帮我应付一下，行不行？俺又没有结过婚，咋帮你应付？这还不简单吗？我跟你说，你一会儿就这样子、啊。Later。杨哥，哎，大鹏来了，来来来来，里面坐来，来，来坐啊。哎哥啊，这位是啊、哦，正准备给你介绍呢。大鹏，你等我一下啊，你快快，这什么玩意儿？这可香了。行行行，过来过来过来，哎哎，大鹏啊，这是你嫂子雨晴啊，雨晴，这是我好兄弟大鹏。哥啊，你啥时候结的婚？我怎么不知道？这。哎呀，这不是你嫂子一不小心有了吗？就啊啊，哥啊，今天来呢是有点小事想麻烦一下你。哎呀，咱哥俩这关系有什么麻烦的？你说，那个最近手头不太宽裕，能不能借2万给我周转一下？哦，借钱啊，行，没问题啊，我现在给你转啊。你转啥转？咱家的钱都让你给几万了。不是你干嘛？你没看到我在跟我兄弟讲话？你女人插什么嘴啊你？啊，大鹏，没事，还有之前那张卡是吧？行，我先给你转啊。还转来？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这是我好兄弟，他现在有困难，我不帮他谁帮他？啊，你给我拿过来。姓杨的，俺告诉你，你今天要是把钱借出去，俺就跟你离婚。哎呦，我给你脸了是吧？你给我拿过来。干嘛呢？嫂子怀孕了，我告诉你啊，这女人就得揍了。你给我让开，你给我拿过来。哎呀，你干嘛啊？你别管他，你让他闹，离就离。哥，干嘛呢？不是，不是，那啥，那钱我就不借了。你不借了？对，不借了。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回去了。啊，那行行，那我送送你，送送你。你哄你嫂子。啊，好好啊，份子钱？你要什么份子钱？你要份子钱？你还啊？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不是，你这干嘛呀？这五百块钱拿着。哎，别拿回去。哎呀，补上，都是兄弟补上。哎，这样，大鹏，你要是实在想给的话，你就把我之前借那两千给我得了，就全当份子钱了啊，多一分我给你着急，行不行？行。哎，好。行，那没啥事儿，我先回去了啊。行，那你慢点啊。哎，这人好，这还有点钱给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干嘛呀？你拿回去。哎呀，给孩子啊，别为这事伤了胎气，拿着。行，那你拿着吧啊，拿着吧。那我先回去了啊。行，我送送你啊。啊，行，大鹏，那你慢点啊。拜拜啊，好，拜拜。哎，爸爸，他走了。啊、走了。哎，雨晴。看不出来你有两下子吗？可以啊你啊。哎，老板给我干嘛呀？你拿着吧。啊，那是干啥了？你没听到人家说啊，给小孩的。是家的，没有小孩。我知道啊，那万一他将来有了呢？那人家不是就不用给了吗？对不对？是不是？是。是要给你生小孩了。哎，雨晴，雨晴，哎，干嘛呢你？干啥，老婆？没烟了，你去帮我买包烟去。嗯，中。快点啊！啊。这丫头最近怎么那么爱臭美啊？这都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回来啊？你怎么那么慢呢、啊、让你买包烟怎么还没回来啊？啊，老板，路上出车祸了。出车祸啊？嗯。严不严重啊？好像骨折了，还流了好多血。叫救护车了没有啊？有没有叫救护车？叫了。这样子啊，你别怕啊，你在那等一下我，我现在立刻过来，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快点儿，雨晴，雨晴，你快看，我看你上哪儿了啊？救护车呢？你上哪儿了啊？没事儿。你没事儿？嗯。不，你不是跟我说你骨折了吗？不是啊，俺刚搁这看热闹了。还不快点儿了？你这么多人头拉走了。我看你个头啊！你下回能不能把话说清楚？啊！行，上车，气死我了！哎呦，嗯，这是啥？哦，那是我给你买的 WS 面膜，刚穿完拿了。谁让买的？不然我给谁买的？你不是说你脸最近刚刚红红的吗？它里面有大中小三重玻尿酸，舒缓补水的同时还能把水分牢牢地锁进皮肤里，而且新升级的第四代杯透凝水膜布，轻薄透气不闷痘，估计你就是天天做饭。油烟熏多了，你敷这个就好了。谢谢老板。走吧，俺可以给你做好吃的。等你做好我都饿死了。你不看现在几点了？去外面随便吃两口。关门。给，拿着。给你买的。谢谢老板。走了，回去了。老板。啊？真要这个？几个破娃娃有什么好要的？再说你都多大了，幼不幼稚？哎，赶紧走了，我回去还有堆事呢。快点。我车上刚好有点空啊，我想加两个当一下装饰。啊，过来，你就喜欢这个是吧？啊，老板你能行不？开什么玩笑，你就蹲在这里准备捡就好了。嗯，准备好了吗？嗯，这有什么的，就是抓一个抓一个。停下，停下车！
可能这机子有问题，这样子，要不我们换一个啊？来来来来。我在小青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怕你显得很好看。老板，你能不能对准？我没对准吗？我没对准吗？啊？魏青，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知道了，老板。你昨天是不是在小鱼群里面抢红包来着？啊？嗯。你抢多少钱啊？还没看呢，我先看看。多少？七千，老板你看。哎呦。你这么厉害啊，抢七千多啊。嗯啊，老板你可不知道，俺昨天做的够时运了。昨天抢红包的时候，左边一个88、嗯、右边一个168，可带劲儿了。抢来扭都没时间撒。这比俺当保姆还赚得多嘞。是吧？嗯，那是大家啊给小区流浪猫流浪狗捐的款。你手挺快啊。啊，魏青，两个财务都没抢过你。抢完你就退群。你可真行啊你。哎哎，王主任啊，对对对对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哎，昨天我家里小孩不懂事啊，拿着我那个手机在那乱拧。对啊，这样子我一会儿给您送过来啊。好嘞好嘞好嘞。你呀、啊，你别以为你在拖地我就不说你了。我告诉你啊，等你拖完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真是。啊，还没拖完呢。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走吧，走啊！哎，好了，雨晴，别不开心了，不钱不都已经给人家了吗？再说了，你又不是故意的啊。嗯。哎，那这样子，我请你吃臭豆腐，吃到饱，行不行？中。走，吃臭豆腐去。老板。怎么了？你看这儿，你看这儿也没人啊。要不，或许是包容，或许是温柔。现在吗？或许是一阵海风。或许是。要不你往前走走，还想尿个尿。雨晴，在了吧？哎呀，我这个拉链卡住了，怎么拉拉不下来？你帮我拉一下，啊、嗯！你用点劲儿，你没吃饭啊？啊？哎，妈？啊，那个我切肉再玩会儿，一会儿再上来啊！你们继续。哎，不是，哎，妈。拉不动。咋了妈？啊？你熬会儿了？哎，什么呀？胡说些啥呀妈？那刚才那……哎呦，拉链拉不下来，我让雨晴帮忙拉拉链。之前让保姆假扮女友，老妈还不知道。哦，我还以为……你咋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啊？这没有没有，我说你下次来的时候，你天天跟我睡嘛，我叫司机去接你啊。哎呀，行了行了，麻烦你啊。你跟雨晴现在怎么样了？嗯，挺好的呀。那他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这啥反应啊？肚子啊。哦，你说这事儿啊，这不最近我公司太忙了嘛，这是没时间。妈，你这事儿也别太着急，你说是不是啊？
哎，妈，这老太太，哇，这么丰盛啊，妈！哎呦，饿死我了都。干啥？这是我给你平做的。那我吃什么呀？那，你吃这个。不是吗？人类花了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进化到食物链的顶端，不是为了吃这个的。你爱吃不吃，不吃拉倒。小时候饿起来你什么都吃，现在调肥减瘦正是你。来，你吃，咱们吃。来，多吃点啊，别口。小花。怎么了？给。哎呦，妈呢？那妈搁外头生气了。她生气？你也哄哄吧。我才不哄。你一会儿迟了去哄哄吧，听话。行吧。你先去吃饭吧。啊。妈，护肤呢？哟，大老板不忙了？哎呀，不忙。哎呦妈，你这气色真的是越来越好了。这你跟我出去啊，别人都以为你是我姐。哎呀，行了行了啊，妈也仔细想了想，不该催你。现在时代不同了，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啊。只要你俩好好的，健健康康的，哎呀，比啥都强。还得是我妈呀。好了，妈也不常来啊。你今天不忙的话，陪妈看会电视。这没问题啊，咱看电视。啊、嗯，妈，这啥呀？妈妈，哎，哎，哎，妈妈，哎，妈妈，吃到了。怎么了？俺想请个假。请假？嗯，你干嘛去啊？嗯，老想今天结婚，那你吃席嘞？叫你吃席啊？行，那你去呗。行。嗯，哎，嗯，你吃席你就穿这个啊？知道了。你好歹穿个像样点的衣服、啊。去换换去啊。中。嗯。还吃席？爸爸难受了。啊，行，去吧。哦，哎。你这买的什么衣服啊？这么短，啊？这不是你给俺买的。我给你买的。嗯。哦，你穿这个衣服可能不太适合你，要不你换换去，啊？去吧去吧去吧，换换去。我买的。喂，这也是我买的。那我就没给你买过长一点的裙子吗？长一点的。哟，哎，那你换那个啊，去换上。怎么都这么短？啊，这个可以。我就说嘛，我怎么可能都给你买那么短的衣服嘛？是不是？哎，你几天没洗头发了？这么油？三天。咦，那你赶紧去洗洗啊！给，你用这个空的小黑瓶啊。嗯。这少用过。哎呀，当然了，它是专门针对油头的，里面含有控油成分 EOCMA， 能温和清洁头皮油脂，调节水油平衡，减少洗头次数的。快去吧。嗯。啊，去吧。啊，洗完了。嗯，这洗完头发可舒服了，感觉头发都变多了。那是它的护齿离子蓬松技术，搭配护肤级的烟酰胺，能让我们头发相互排斥，自然就蓬松起来发亮了。那先走了。啊，你快去吧。哎，你还是把你自己的衣服穿上吧，啊，去。Later， 我爸回来了。啊？你不是吃席去了吗？怎么就回来了？俺吃完了。这么快啊？嗯。那你没在那里跟你老乡聊聊天什么的？俺怕你饿着就先回来了，你还没吃饭吧？哦，还没呢。给。这啥呀？这是红烧肉，你看。哎呦。还有嘞。这是什么呀？汤匙一匹。不是你吃席怎么还在打包呢你啊？桌上不十万都浪费了。啊。还有足鞋，你看，足鞋。
还有啊，清蒸鱼。哦，这清蒸鱼是吗？嗯，没了吧？哎，桌上都是你的，没人吃。哦，没了哈。还有嘞。还有啊。那、嗯。给。没了吧？啊？有嘞。哪儿啊？你看，这还有打门瓶了。哎呦，不是你拿这么多，人家不说你啊？刚赶上嘞，这都搁那打包嘞，没事吧？行，那我尝尝。嗯、你吃饱了吗？你吃饱了。今天也想见到你，不管什么天气，许下的那些心愿，等你解开谜。哎呀，雨晴，我回来了。回来。嗯，怎么了这是？啊，咱家省了这个水电费，咋这么贵？多少钱？800多。这不正常吗？那毕竟两三百平呢。那这也太贵了。哎，行了行了，你就别瞎操心了，去给我弄点吃的。嗯。哦，什么情况？哎，雨晴，魏晴，老婆。啊，你有病啊？什么情况？停电了？不是，俺把电闸关了。咱一会儿晚上就用蜡烛吧，省电。不是，你怎么想的啊？没用电一度才8毛，一度电够100瓦的灯泡烧10个小时了。你这一根蜡烛2块，只能烧6到8个小时。你自己想想哪个省钱？啊？嗯，那谁？谁让你现在睡他了？哎呀，你手机呢？啊，你手机呢？老婆，你手机呢？老婆，干嘛？不知道。哎，雨晴。啊？你怎么不用洗衣机啊？洗衣机太费水了，跟手机一样的。你看你手搓的红的，你用这个洗啊？给。这是啥？这是模子洗衣凝珠啊，它里面有很多除污因子，应付各种难洗的油渍、黄渍都没有问题。哎，干嘛去？拿剪刀。哎呀，不用，它遇水即溶的，直接丢进去就行了。而且啊，800洁净力，一颗就能洗一整桶脏衣服，比你手洗省水多了。洗得真干净，还怪香嘞。嗯，以后你就用这个洗就行了。行。嗯。嗯。你干嘛呢你？在刷个抹布。一会儿去上水。这个水电费有什么好省的？真是。老婆，打包了没？还没呢，怎么了？那你打包的先别走，咱俩打包的一会儿。滚！魏翔，来来来，你们过来来，来过来快过来。咋了？咋了？进进。你弄啥呢？你不要省水吗？啊，一起洗澡更省水。来洗吧，来来来。不，不，不。不什么？不要。不洗啊？嗯。那还省不省水啊？不省了。嗯。睡。什么叫你？哎。雨晴。嗯。你待会有事没？没事，咋了吧？哦，今天同事呢给了我两个电票啊，过了今天就过期了。你要不我们一块儿看个电影去？行。走走走走。哎呦，这电影还没开始，你快吃完了你。啊？一会儿再吃。谢谢啊。哎，哎，哥们儿，怎么了？啊，那个这里有人错了。哦。不好意思啊。啊。哎，兄弟兄弟。兄弟，又怎么了？那个位置也有人坐了，不行，要不你们两个换一排呗？哈，不是啊，这电影不都快开始了，哪来人呢？啊，再说了，我们看电影不都随便坐了？怎么着，这排都是你家的？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是这样的哈，那个，这一排呢确实都是我的，要不你看看。啊，两个人看电影买一排，有病吧？这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婆啊，那就两张。我刚一摸，还有一张，没事没事，看电影看电影。在老婆，怎么了？没有，我想拿那个爆米花来着，啊，啊，谢谢啊。老婆，你受灾了啊？你受灾了？没事啊。你咋出汗了？可能空调太冷了，冻的吧。拿给你暖暖。哦，行。哎，雨晴，电影好看吗？好看，想不想进去看？行，哎，我车后备箱还有更好看的。真的？不信啊？来来来，你看看，来，怎么样？喜不喜欢？就给俺嘞。这不然给谁的？这是完美日记520芭蕾礼盒，里面啊一整套的化妆品。你看，这个口红呢还是和中央芭蕾舞团联盟的，快试试。好看啊！哎，对了，这个礼盒呢还有个寓意，叫与你陷入爱的共舞，啊，就是，啊，那不要了。什么意思啊？俺不会跳舞。什么乱七八糟！行了行了，给你就拿着。哦，对了，我忘拿那停车票了，你再等我一会儿。啊，什么叫跳不跳舞？哦，哎呦，还有人要这丫头的电话呀？我看看他会不会给啊？可以吗？还知道拒绝？老板，你回来了。啊。你拿了没？拿了。老婆，你咋了？我没事。喂，小姐姐。哦，那个我是刚才要你电话那个男生，想问一下你最近什么时候有月亮眨眨眼睛，我把你放在手心，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多吃点肉啊，啊，看你瘦的，快吃吧。嗯。怎么了？老伯儿啊，要不你先吃吧，你吃饱了。哦，我吃完回来收拾。你就不吃了吗？不吃了。哦，这丫头搞什么鬼呀、啊？老伯，你干嘛去啊？小路丢垃圾。哦，那我陪你去呗。不用了，不用了，你搁那儿待着就行了。啊、哦。哎，不不。哦，行。嘿，不行，我得去看看。真甜啊。哎，你回来了。这就是那农村来小保姆啊。对对，不用管他啊。哦，这是我女朋友娜娜。你好。不是，我谈个恋爱有必要跟你汇报吗？哦，对了，娜娜，这不快520了吗？来，这是我送给你的。这不是 HBN 情人节礼盒吗？对啊。听说它很好用哎。喜欢吗？喜欢。那
来亲啊。哎呀，这还有人呢。不是，这是我家，有什么关系？快来亲啊，来来。妈，哎呦，我家上来。这个。人家就是小姑娘，你这么骗她不太好吧？我看她都快哭了。她哭了吗？你要不去看看？我不去。哎呀，快去吧。行行行行，那我去看看去。哎，等一下等一下。啊？你哥呀？啊。雨强。哎呀，你别哭了，你别哭了。哎呦，我骗你的，她不是我女朋友，啊？哎呀，哎，你看，啊，这个其实是我给你买的，你看。是的。哎呀，这是 HBN 清洁礼盒，它能基本满足你们女生的护肤需求。你看这个发光水，满瓶的高奢促渗小分子和贵妇级的焕亮成分，能帮你养出素颜都干净发光的皮肤。还有这个双 A 精华乳，能让你的皮肤摸起来滑滑的。我看过很多女客户都在用，我就给你买了。你没看到这有一封信吗？啊，来，你看看这是给谁写的？你自己看。没骗我。我骗你啊？不是你先骗我的，你跟我说下来丢了垃圾，结果跟一个男人在一块，他还给你送礼物，是不是？那是俺老乡。你老乡？嗯，前两天不是说要卖燕窝的，那东燕家有一大堆，他来城里头打工，俺就让他帮忙带过来了。这给我带的。你怎么早说啊？我想给你个惊喜来着。好了好了，是我不好，我给你道歉，行不行？行了，那咱们上去吧。啊。这。杨总。啊？怎么了？项目招标会议安排在下午2点，这是供应商的名单，给你看一下。啊，行，谢谢啊。看到了。雨晴，你今天不是休息吗？你怎么来了？还没啥事，我来等你下班。啊，行，那你先在那坐一会儿啊。下午茶你记得帮我安排一下。嗯。啊，还有，怎么了？啊？那个杨总，要是没什么事情，我就先出去了哈。啊，行。这是我公司，你瞎说什么呢你？啊？不是，再说了，我在你心里就那么的低俗吗？我喜欢的肯定是善良的品质和有趣的灵魂，我怎么可能喜欢那种东西啊？是啊。什么？卖了只烤鸡，希望你想吃呢。我行了行了，哎，慢点吃慢点吃，你看吃的到哪儿都是。嗯。行了，你先吃吧，我要去开个会啊。嗯。然后不够吃的话，我这还有些零食。行了。嗯。别乱跑啊。嗯。Later。那。你记得啊，跟供应商说这周内必须交货，听到没有？嗯，好嘞。行，去忙吧啊。雨晴，魏晴。哎呀，你回来了。你吃什么呢？你这？啊？嗯。这都是你吃的？这酒心巧克力你知不知道？啊？你知不知道？这。干嘛？你过来。嗯。你干嘛？老婆。你干嘛呀？俺给你交个女朋友。什么我？刚过。啊？刚过午。你等我一下。是俺老孙一把气的背。雨晴，要不给我吧？不用了。嗯，行。杨哥，小林，你怎么不接我电话呀？哼，
我这不就跟保姆下楼拿个快递吗？我没拿手机啊。是你保姆？啊，对啊，她叫雨晴。你好，我叫小林。嗯，她女朋友。哎呀，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你啊？啊？你怎么在这儿？我跟我爸吵架了，哎，你要注意点。不是姐姐，那你就直接开个酒店住不就得了吗？哎呀，我一个女孩子住酒店多危险啊，大不了我付你房租。不是我差你那点房租是不是？行了行了，你赶紧回去吧，别等下你爸又找我了。哎呀，求你了，就一天就一天嘛。行吗？嗯，俺不知道。你干嘛问你保姆啊？啊啊，哦，我就随口一问。哎，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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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行，那你今天晚上就先住这个房间啊。啊，我不要。为什么？一个人住害怕。哎，那行，那你今晚跟雨晴住好不好？来，她房间在那儿，去吧。哎呦，去啊去去去去吧去吧。什么毛病啊真是。啊，就是这样。哦，他呀，哦，他是我股东的女儿，他爸有意撮合我们两个。哎，你别乱想啊。嗯。快点。给我干嘛呀？这我卖给你的。对啊，这是我在德物上给你买的碧安开运坠。你看他白白净净的，这不马上夏天了吗？你穿上衣服配上他，肯定很有气质，而且还有庄严鉴别、正品保障，戴着也踏实。毕竟美人如玉嘛。这太贵了，不要。哎呀，不贵，德物最近有活动，这才百十来块，可划算了，拿着吧。嗯，哎，这个好好看，借我戴两天呗。不是，哎，没事。哎，怎么样，好看吗？啊，好看好看。对吧，没事。我今天跟他谈恋爱呀。没有。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呀？哦，不是。我给你介绍一个。哎，不行。反应大干嘛？啊，我反应大吗？你不会是喜欢他吧？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怎么可能喜欢我保姆？真的是，我那是怕他万一谈恋爱了，在外面约会，哎，万一这家里脏了，这谁来打扫？这到时候饭谁给我做？没事，我来做。你快拉倒吧你还做饭。哎，雨晴，你干嘛去啊？去。去。小林，睡了吗？啊？别动，你听我说啊，我跟他在一起了。所以你不用给他交什么男朋友，嗯，还有，你以后没什么事儿别往我这跑，免得他误会，听到了吗？你在干嘛？哦，这你怎么穿着雨晴的衣服啊？没带衣服啊，那件衣服穿着睡觉不舒服，就换了呀。老婆，你刚说啥 ？Aussie，Aussie，Aussie，yeah。我没说什么。哎，那个，时间不早了，你们早点休息啊。雨晴，雨晴，先别提了，我妈以后又要过来了，一会儿跟我表现的亲密一点，别穿帮了，听到没有？嗯，中。出来吧，出来，出来，来来来。妈，你咋来了？这不端午节了吗？给你俩买点粽子。哎呦妈的，我公司还有一堆呢，吃都吃不完，你说你拿。这可是老娘亲手包的，能一样吗？行吧。啊，对了，我啊给你俩买了几件衣服，你们肯定喜欢。是吗？对，我看看来。你看，怎么样？妈的眼光不错吧？行，你看，不是衣服多好看。妈，这看这个，好看吗？这衣服多少啊？哎呀，这就不是给你穿的，你跟着捣什么乱呢？你怎么？不好看吗？好看是好看，不过 这是不是有点早啊？这没必要吧？现在买这小孩的衣服，怎么没必要了？你俩抓抓紧，这来年不又穿上了吗？哎，啊？我说你们俩不会是假装情侣，
故意演戏糊弄我的吧？这啊？怎么可能啊，妈？这雨晴真是我女朋友，不信你问她是不是雨晴啊？嗯。俺俩前天晚上搁一块睡的，是吧？嗯，这还差不多。去把这粽子给我煮了去。哎，啊，你回头问问雨晴有没有什么小姐妹，给你堂哥也介绍介绍。你堂哥比你差三岁呢，到现在也没个着落。哎呦妈，现在年轻人谁还相亲找对象啊？这不都给你们介绍怕了吧？我这也是为他好嘛。哎呀，你就得让他找个自己喜欢的。我一哥们不就在新域上面聊了一个，处的还挺好。新域？对啊，你看这里面的小姑娘多主动，一上线都在热情的给你打招呼，回都回不过来，而且都是真心来找的优质单身美女，人漂亮不说，性格还好，多的是温柔体贴、大方懂事的。人这资料照片也都是经过真人认证的，多高多大在哪上班上面都写着呢，喜欢谁直接就能聊，而且还都是这附近周边的，聊好了见面也方便。哎，这个好，让他下一个自己聊，别少那么操心了。哎，对嘛，你让他自己下一个。这衣服我给你放哪儿啊？你给我吧，妈。Later。嗯，妈，你这粽子包的真好吃。哦，说你干嘛呀？吃了，吃饭的时候别吧唧嘴，这一点礼貌都没有，是不是雨晴？嗯嗯。来，雨晴，尝尝阿姨包的粽子。谢阿姨。哎，妈，雨晴也吧唧嘴，你怎么不说她呀？那也是跟你学的。啊？啊，咱们家老房子拆了，这个是你那份儿。谢谢妈。来，雨晴，拿着。嗯。不是，你给他干嘛呀？那咱家历代不都是女方管钱吗？这你爸的钱我在我这儿，怎么了？不是妈，这雨晴他算数不好，他管不了钱啊。你给我吧。你算数好啊？我。那行。那我出道题，你俩谁算对了那就谁管，行吗？啥还你出啊？一斤排骨30块啊。那七两鸡翅多少钱？这我怎么知道鸡翅多少钱吗？雨晴，嗯，一斤排骨30块，那两斤排骨多少钱啊？案子了，案子了，你说50。妈，看到没有，那雨晴也答错了，这个钱还是给我管了啊。这钱还是得给雨晴管。为什么呀？他会砍价呀。雨晴。嗯。干嘛呢？吃荔枝。我不要你吃饭。我去公司了啊。嗯，照样过来。嗯，那种红烧肉。行，我忙就回来啊。嗯。拜拜。拜拜。哎，你还没回去啊？这不等你下班约你吃饭吗？今天啊？对啊。哎呦，今天我帮我们家做饭了，我回去吃。要不改天呗？啊？我都约你几次了，怎么每次都是你保姆？你保姆？你不是被他迷上了？不是，你在说什么呀？我告诉你，他来你家当保姆，目的肯定不单纯，你小心别给他骗了。怎么可能啊？那他年纪轻轻干什么不好？来当保姆啊？哎呀，那是他妈之前生病了，他顶他妈的岗，我是看他可怜才能留下来的。你亲眼看见了吗？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这种人我见多了，还不是看你住豪宅想故意接近你啊。不图你钱图什么，到时候人财两空。不可能，他不是那样的人。不信是吧？行啊，你等会儿把他叫过来嘛，咱们试试不就知道了。哎，雨晴，啊，来坐。嗯，哎，你好，老婆。啊？是你吃的？偶尔出来换换口味嘛。嗯，来，快吃吧。嗯，来。嗯。哎，对了，你欠的那些钱打算怎么办？哦，我。啥钱？妹妹，你不知道，他前段时间做生意，他有好多钱呢。车子房子都拿去抵押了，就这还差个几百块的。谁嘞？哦，对啊。您好，我是壮壮上门回收工程师，咱们这边是有台手机需要回收吗？对，你不是有台手机要卖吗？我就帮你叫了个转转，你给他看看呗。我，哦，对对对对对，哎，你好，你帮我看一下我家手机还能值多少钱。
好的，我帮您质检一下。哎，好。仅质检这台13 Pro Max， 包含加价券，给出最终价格是6429元，您看可以吗？可以啊。哎，这么快就到账了？对啊，你看他们还给了900的加价券，回收都是秒到账的，也不墨迹。你公司不是还嫌闲置的平板跟电脑吗？也可以给转转回收，能凑一点是一点吗？哦，行，怪不得现在这么多人用转转哈。那我回去看看，谢谢啊。那我就先走了啊。啊，好嘞，好嘞。哎呀。但是这些家产哪够啊？哎，女亲，要不你帮帮你杨哥呗？安娜有那么多钱呀？5万、10万都行，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嘛。哈，吃饭吃饭吃饭。老公。啊？哎，那你上次不？哦，行行，去吧。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哎呦，他这次唱的真够久的，估计回去收拾东西去了吧。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走吧，走吧，走吧。哎，你现在知道他什么人了吧？这你不得好好谢谢我呀。哎呀，别不高兴了，不就一个小保姆吗？我上周从法国带了几只红酒回来，要不去帮他尝尝？哎呀，走嘛！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嗯。爸爸，雨晴，你咋走了？俺刚刚还故意找你嘞。不是你。给刚找老乡捡了点钱，就凑个8000，估计不太够。你先别拿着吧。俺的工资你先不用给俺了，就给俺留个买彩票就成了。行，知道了。走吧，我们回家吧。走。来，走。上车吧。谢谢啊。好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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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你在一起。雨晴。雨晴。快来，你看我给你买了什么，快来。你看。臭豆腐啊。啊。你不喜欢吃吗？我又给你多买了几盒，来，你快趁热吃吧。我本来不想吃。什么？你不想吃？怎么着？来我这半年嘴巴痒掉了，现在臭豆腐都不吃了？不是，俺牙疼。你牙疼？嗯。来，我看看来。哎。啊。哎呦，这看不出什么呀？行了行行，那你先别吃了，走走，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去。来。不去了。哎呀，赶紧走吧，赶紧走吧，去看看呀！走走走走，嗯。他基本上是压到牙神经了。哦。今天咱们还是做个手术，把它取掉吧，也不用拖太久了。行，行行，那你安排就行啊。嗯，好的。行行行，好嘞。哎，雨晴，这，你干嘛去啊？啊？刚洗完衣服没凉，回去凉了去。哎，回来回来回来。哎呀，晚点我回去晾就行了。来来来，快来来。老王，你垃圾也没扔，回扔了。哎，你回来。你现在管那些干嘛呀？先把手术做了，快来，来，老王。老王，妈痛也没刷，我给刷了就。魏强，你没完了是不是？啊？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很有空啊，在这里陪你玩？你赶紧的，听到没有？去去，快来。想什么呢？真是。老爸。啊？你干嘛呀？啊？枕头下面还有点钱，要是俺走了，你就拿去花吧，想买啥就买点啥。下辈子还当你的保姆。啊？啥玩意儿？看着都疼。哎呀妈耶！Later。 哎，雨晴，拔完了啊？
啊，过来了。这不废话吗？怎么着，拔个牙还能把你拔走了不成？哦，对了，我给你买了几支灿曼口腔鲨鱼生脑白牙膏，里面有双重的修复因子，能修复牙垢，治缓解牙齿敏感，而且刷牙的时候温和不刺激，还能美白牙齿。14天就能够有效瓦解牙齿表面上的牙渍，28天就能提升3个牙齿的美白色阶。以后你刷牙就用这个吧，对牙齿好。没事。哎，感觉怎么样？疼不疼啊？不疼，就是脸有点麻。下半边没有了。你那是麻药的劲儿还没过呢，啊，一会儿就好了。走吧，咱们回家吧。嗯，走。雨晴，喝点水来。雨，睡着了。哎呀，这丫头。你能删的啊？我给你接了杯水，你要不要喝下去？现在啊，来来来，怎么了？你的胡子该刮了。哦。好。哎，雨晴，干嘛去啊？帮你买菜。哦，你买菜啊？嗯。那正好我没什么事儿，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呗？中。走。来，雨晴，上车吧。怎么了？走了。嗯，不想做这个。你不想做这个啊？嗯。哦，那行，来，那这个来，这个。老婆，不想做这个。哎，我说魏晴，什么意思啊你啊？这有的做都不错了，你怎么还挑上了你？嗯，不是这意思。那什么意思吗？你这车太贵了，俺把昨天的车许老板都不愿打葱了。打葱？嗯，俺没有去菜市场买菜，人家老板都给俺打葱。要不咱西安那店溜去吧？走。哎，哎呦，人家老板还真给你搭了根葱啊！啊，怎么了？啊？没事。哎，嘿，怎么了？你拖到人了，你没看见吗？啊？哦，看到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连个道歉都没有是吗？那对不起了。哎，老板，要不算了，咱先走吧。哎，乞丐。来，你下来，来。我说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让你下来。怎么着？你把人衣服弄脏了，你说现在怎么办吧？啊？洗个破电瓶就不要往他身边靠，吐到你那里来是。你说什么？行了，啊？不就想要点钱嘛呀？那够了吧？你是不是觉得你开个车很了不起啊？啊？知道这是什么车吗？更买你命了。你的意思是开个好车就可以随便吐人了是吗？是啊，有问题吗？有本事你也开一台。我要是开来了怎么办啊？啊？你开来了你也随便吐，我也没话说嘛。一个月挣几个钱在这装。行。那哥们这样，你给我5分钟行不行？给你半小时够不够？你要玩我陪你玩。用不了啊。哎，雨晴，你在这等我一下啊。那个，你看这两个算不算好车？啊？说话呀！你不说话，我当你默认了啊！雨晴，过来，来，吐他！你怎么了？你怎么着？过来！吐他！我让你现在吐他，立刻，快点，吐他！快点！你定的价格是吧？200，是不是？啊？
走。雨强，行了，我去公司了，你上去吧啊。走。哎，去吧。哎，杨总啊，车给您保养好了，车钥匙给您。行，谢了啊。嗯。哎，咋了？嗯，您这个领带有点乱。哦，谢谢啊，走吧，走吧，走吧。嗯，怎么了？嗯，啊？看今天没啥事，看想你那公司。你去我公司干嘛呀？去帮你打扫打扫卫生啥的。打扫卫生啊？嗯，杨总。啊？他去办公室吧，咱今天还有客户呢。哎呀，没事没事，你要去啊？嗯。行行，那走吧，走走走走。这是会议资料，哎、你看一下。哎。哈哈哈。不是你干嘛呀、啊、你啊？啊？杨总。哎。这是你的咖啡。哎，好。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在这捣乱了，我要忙了，都出去吧啊！你也出去啊！你有啥说话，别喊他啊！这丫头，杨总，怎么了这是啊？你那保姆把你买给李总儿子乐高给拆了？什么？对呀，而且搞得心里当当的，大家都没法工作了。有这种事儿？您去看看吧。行行行，走走走走。魏强，你在干嘛？啊？我让你来我公司，你在这给我拼乐高是吗？哎，你不知道这是我专门买给客户的，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现在弄得乱七八糟的，是你这么拼的吗？这笨死了！来，一级火箭组到，二级火箭组到，三级火箭组到，来，登月舱指挥舱组到，很好。今天下班之前把这个给我拼好，如果加班的话三倍工资，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开工。你们两个把这点拼了就行了啊。好，辛苦大家了，好了好了好了，辛苦大家辛苦大家了啊！雨晴，怎么样？满满意啊？满意，谢谢老爸。那个，下班，走吧走吧走吧，下班下班下班。雨强，你看到我那件？哦哦哦哦，嗯。没有人啊，是闹人呢那啥。你听说了吧，就让自己。你吃完了没有？哎呀，你坐着我内裤了。有啥嘞？嗯，真没有人。俺在那看电视嘞。不是你骗人家干嘛？你还看电视？老爸，你别说了。怎么了？怕别人知道？哎，我就说，我就说，我就说，手哪肯？小子，你给我听清楚啊！我是他老公，你以后没事的话少给他打电话，听到没有？老爸，你胡说啥嘞？怎么？魏强，我警告你啊，你现在是上班时间，你要是在这跟别人打情骂俏啊，你就别干了，听到没有？这不是别嘞，这是俺爹。你爹啊？我还你爷呢，还你爹。还真是你妈呀。对呀、啊、你怎么不早说？你没问呢。快接啊，快接快接。月姐，刚才那是咋啊？俺爸让你接电话。我？哎呀，不了不了不了，你们聊，你们聊，你们聊啊。
爹，我不要给你加量了。没有没有没有，刚刚我在忙啊。手机给我，手机给我。想说什么呢你啊？啊？喂，爸。不是不是，叔叔好，叔叔好啊啊！没有，我是他老啊？哦，这不太好吧？这个，嗯，行行行行，那我到时候看看呗。啊，行，好嘞，好嘞，哎哎哎，好，叔叔再见，叔叔再见啊！哎呦，爹跟你说啥？他问我什么时候跟你回去？回家，咱俩走。走你个头啊！那个，我最近工资太忙了啊，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啊啊，以后再说，以后再说。雨强，那个常住人口登记表你填完了吗？填完了，对。嗯，好。这什么玩意儿啊？这是相片。人家让你贴个照片在上面，谁让你在这画了？哎，你赶紧给我贴个上去，快快快快快！没有相片。你怎么不早说？人家物业今天就要要。行了，那你赶紧去楼下那照相馆拍一个去。快去快去快去！嗯。想什么呢你？哎，雨强。我知道有一家拍的还不错。要不我带你去呗？中，走走走，走走，带你去，带你去。老哥啊，九零后大阵吧？城里的都这样。行行，你先去跟他把衣服换一下啊，去吧。哎，等一下。嗯。啊，哦，这了，这给你。这，这不是 HBN 的七夕情人节礼盒吗？我们好多礼盒都在用呢，还上过央视网。对啊，你不是最近做饭熬夜皮肤不好吗？我就又给你选他们家的爆款组合。你看这个发光水啊，满瓶的高奢初生小气泡和贵妇级的焕亮成分，能帮你养出素颜都干净透亮的皮肤。还有这个啊，嫩肤紧致的双 A 纯精华乳啊，数万颗炸裂的胶原成分，就算你皮肤糙了，也能让你的脸蛋摸起来滑滑的。一会儿你上镜之前擦擦啊。谢谢老板。没事没事。你爱人可真有福气。嗯。没，你带他换，你带他去换衣服，去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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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先生看好了。啊，好的好的，谢谢啊。老婆。老婆。啊。你干嘛？哦，没事没事。先生到你换衣服了。啊，好的好的好的。老婆你也排了。你过来过来过来。咋了？那个。两个人拍啊，可以省一个人的钱，知道吗？是不是？你快去，你快去。啊，行行行，我就换衣服啊。嗯。啊。你们两个站那么远干嘛？稍微走近一点。哦哦哦哦，好好好。好好这感觉不行呢，再亲密一点。哦，行行行。我说你们两个换开点行不行啊，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哎，哥哥就这么拍吧啊，算了算了算了。行吧行吧行吧。啊。哦。哎，好好，对对，就这个感觉。哎，好，你还再往男孩那边靠一点点。哎，好，来一二三看镜头。哎，好。My baby, my treasure, I swear my forever. My baby, my treasure, I love you forever. My 今天七夕给小保姆买了个戒指。啊？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我随便，我随便，你随便坐吧。啊？哎，雨晴。嗯。这。要不今天别做饭了，咱们出去吃吧，行不行？啊？走。嗯，走走走，出去走。你多吃点肉啊。怎么样，好不好吃啊？哎，那我问一个事儿啊。嗯，就是
你喜欢我吗？啊，我是说啊，我说你喜欢我吗？真的？啊，那你喜欢我什么呀？咱今晚你别发工资，你俩在这吃好吃的。没了。哎呀，我说的不是这种喜欢。哪是吧？我就算了，吃饭吧。你好，你的芒果冰沙。哦哦，好好啊，谢谢。啊，谢谢啊。啊，给你的冰刷。嗯、啊。嘘。哎，雨晴。哎，爸爸。那个，你帮我还个充电宝呗。那到时间呢，他要收我钱。去。好，去吧。哎呀。完美。回来了，回来了。哎，你赶紧喝吧，他等一下化了啊，快喝吧。哎呀，给，拿勺子喝得快，快喝吧。哎呦，哎，雨晴，你有没有吃到什么东西啊？没有吗？爸爸，赶走吧，我吃饱了。不行，你这都没喝完呢，你这怎么这么浪费啊？人是不是假了？我跟你说，其他的都可以不吃的，你这个必须给我喝完，我花钱了，听到没有？快点！哎，干了。你没吃到什么东西吗？芒果。哎呀，不是啊，嘴巴张开。啊，你弄啥嘞？你没吃到什么东西吗？我还吃到草莓了。哎呀，咋了？没事。走吧。啊？走吧。哦，这啊？戒指到底去哪儿了呢？雨晴，好了没啊？我要上厕所。啊？爸爸。咋了？你看。这。你从哪儿弄出来的？俺拉出来的。啊？你拿着，俺再给你拉几个。爸爸，你睡了吗？啊？我还没呢。怎么了？想我啊？哎呀，不是。给你买了双袜子，你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这是睡的袜，你穿上这玩意给你养养，就能知道你身体哪有毛病了。哦，这玩意儿骗人的吧？啥呀？人家都说可准了，你快穿上试试。行吧，那我试试啊。嗯。行。这样就行了是吧？嗯。行，那你安排。我回来安了啊。嗯，安排。还行吧，没什么感觉啊，这点。嗯，这是心，你的念心还怪好嘞。是吧？嗯，一点都不缺心眼。不是你才缺心眼呢，你会不会说话呀？行，你再按别的地方。嗯。啊。哎呦。咋了？有点疼。哦，有一点点。这是胃，你看吧，你的胃本来就不好，又少喝点酒。是吗？嗯。哎呦，那照你这么说的话，这玩意儿还挺准的哈。那可不嘛。咋了？你这刚刚那是哪儿啊？啊？肾啊，是不是可疼了？肾？嗯。哦，没有，不疼，一点都不疼。我刚刚就是脚抽筋了，我缩了一下。怎么你不信啊？啊，来，你不信你再按，来你按，按。嗯，啊？
一点感觉都没有。哎，吴雨晴，你用点力啊，你是不是没吃饭啊你啊？啊？老婆，你喜欢鬼号嘞？是吧？那还用你说？男孩给你安唱的。啊，行行，按吧。怎么这儿这么疼啊？啊？老婆，你唱的不会有毛病吧？不可能吧？要不你明天到医院看看吧，只有啥病可不能拖。不用了吧，这怪麻烦的，我觉得。你别嫌麻烦，你看看吧。嗯，行吧，行吧，行吧。嗯。那我现在挂个号啊。嗯。肠子是消化科是吧？对。哎，老婆。啊？怎么了？嗯，刚好像按错了。按错了？嗯。嗯，俺们还是肾，你要不还是看看肾吧。哎呀，我跟你说了，我肾没问题，没问题，看什么看啊？是，先拿来。我以前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在外面买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你可信不信我揍你、啊？什么玩意儿，没一点都不准。去，出去，快去！真的假的呀？哎，雨晴，嗯，你干嘛去啊？嗯，有点事。怎么这两天一到这个点就往外跑？你到底干嘛去啊？啊？说话。有人约俺跳舞。约你跳舞？男女的？都有。哦。那这样子，那今天我跟你去啊，等着。你去干啥？我运动运动不行啊，等着我换身衣服。嗯，坐。炸！我那不巧啊！啊？那不巧。哦。是啊，你要这样。啊。累死！哎呀，哎呀！卫星是不是有病了啊？都几点了还在这跳？哎呀，我的脸脸！那你不会小点声啊，吵死了！你别笑，我听不见。来来来，这给你。真帅、啊！哎呀，这任贤齐代言的 Clear Up 2音壶开放式运动智能耳机，高音低音都非常震撼，而且空间感还强，你戴上就跟在演唱会现场听歌一样。拿着吧，啊！这咋用啊？哎呀，它是创新式开放设计，挂在耳朵上就行了，不伤耳，不闷汗，而且运动也不易脱落。里面还内置高精度六轴传感器，点头摇头就能接电话放音乐，用完往这盒子里面一放，自带紫外线杀菌也干净。这么高级，拿来试试。啊，这 Clear 还赞助任贤齐的演唱会，有空的话带你去看看。老婆，您明天还跳不？哎呀，我就不跳了，这你自己跳就行了啊。哎呦，这才叫跳舞嘛，这个。哎呀，你进来能不能敲门啊，魏晴？你干嘛？俺新学了个舞蹈，你看不看？谁有空看那玩意儿？去，出去去！什么玩意儿？是你听？哦，哎，雨晴。好家伙，氛围灯都整上了。那个正好我还没睡着，要不你跳吧。啊，哎，来，我来拿。啊，你准备好了没？准备好了。来。家长，俺跳完了。没了，后面还没学嘞。不是你，你说你跳广场舞你就跳广场舞吗？你打什么氛围灯啊？啥氛围灯？啊、这个呀、啊。你不是说啥紫外线杀菌干净？那就给咱家杀菌。滚出去！
呦，我那会不会轻点啊你？来。嗯。好，应该是我哥们来了。哎，你去帮我切点水果去。这儿。来了来了来了。哎呀，哎。哎，怎么了这是？啊？别提了，前天那个相亲对象又没下文了。不是你跟我说的感觉还不错吗？啊，是啊，就我感觉挺不错。好这样子。啊来来来来，你放这就行了啊。来，大伙 吃水果来。对。好，来。哎。这谁啊？哦，我保姆雨晴。单身吗？你干嘛呀？不是，你也知道我爸妈催我这么久了，你看这小保姆就挺不错的，给我介绍介绍。不是啊，他老家农村的。他农村的怎么了？这种的勤俭持家适合做老婆呀。哎呀，他不行。他怎么就不行了？他哎呀，他睡觉磨牙放屁，他还打呼噜他。你怎么我他自己说。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你家保姆了吧？怎么可能啊，这怎么可能啊，你这。那这么多年兄弟了，哥们终身大事，你不帮一帮？行。不是不是。哎，这，你说怎么帮吧？啊，这样，什么？你今天呢，先给他放个假，让我俩出去约个会，先了解了解，培养培养感情嘛。不是你这，哎呦，帮一下嘛。行，那我去问问行吗？我去问问。行。哎，雨江，那个。我哥们说想约你出去转一转，你要不要去啊？什么玩意？哎，就是出去吃吃喝喝逛逛，好吃嘞。不中。不是，那走吧。那臭样，生生是个臭。没事，行，我等你。嗯。不是这。哎？怎么跟他说呢？老板，啊，咱家洗碗漱用完了。哦，对，来，你用这个新升级的康诺经典小 K 瓶，现在好多明星都在用呢，我刚买的没放进去，啊。你来试试。它里面的王牌控油因子搭配护肤级的烟酰胺，能形成一个控油保护网，减少头发出油的同时，还能给头发补充营养和水分，洗完清爽顺滑，在家也能有沙龙级的护发体验。怎么样，好用吗？老板，他刚才头发变多了。那是他的护持离子蓬松技术 2.0， 能让发丝之间相互推开，自然就蓬松显发亮了。而且这个清新的栀子花香也好闻，你不是老头又贴头皮吗？有就用这个吧。中。哎，雨晴，那个要不你还是别。好了不？好了。行。老板你不去了？我还有点事，你们去就行了。哎，你们去吧，你们去玩吧。啊，去吧。我真是，怎么还没回来啊？哎，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啊？哎呀，刚吃完饭，一会儿看电影呢。看电影？哎呦！不行，我得过去一趟。人呢？哦，不是，这还亲上了？我，你干嘛呀？不是你，这。这怎么了？这是吃饭。哦，吃饭啊。哎呀，几点了？这是啊，6:30。你当我开学呢是不是？啊？什么6:30吃什么饭呢你？去，滚出去！神经吧你，真是。哎，雨晴。嗯。你做什么吃的了？你不是说想吃鱼，那大嫂给你弄了一条鱼，可新鲜了。鱼是吧？嗯，行吧，起都起来了，那我吃两口去。中。行。哎呦。坐。
行。哎呀，打开吧。嗯，哼，看来可以吧。啊，这什么玩意儿？死神。我。哎，行了行行了，你看你越拖越脏，别拖了别拖了，拿来。真是。那这咋办呀？哎，起来。OK， 一口。我在。打扫餐厅。好的。爸爸，这是啥呀？这个呀，这是我刚买的科沃斯 X2 扫地机器人，可以语音唤醒打扫固定区域，边洗边拖，还能紧急避障。咋这厉害呢？那当然了，以后扫地拖地你就不用管了，交给他就行了。你看这拖得多干净。怎么了？哎，干嘛呀、啊、你？那啥都会，那你让他当你的保姆吧。不是，喂，这。Later。好家伙，一天都不理我了。嗯，有了。雨晴，雨晴你在哪里啊？我跟别人打起来了。老爸，你在那儿嘞？哎呀，你赶紧过来，我给你放下坐标啊。对面人太多了，你赶紧过来，赶紧过来啊。还是挺在乎我的吧。嗯。哟，这人呢？怎么还没来呀、啊？这什么造型啊！哎，雨晴，雨晴，我在这儿呢，雨晴。你没事吧？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我没事。你这是在那儿的？什么人啊？你不说你跟人打起来了？哦，对，那个我跟小龙虾打起来了，他们人太多了，我一个人打不过，所以我就叫你过来了。哎，雨晴，雨晴。干嘛呀？来都来了，快坐吧，快坐吧，坐下，坐下，坐下，坐呀！国扣的。行了，行了，行了，来吧，来吧，来吧，快吃吧，啊，快来。嗯。来，我去接个电话啊，啊，你快吃。啊。雨晴，完事儿了，好吃吗？嗯，好吃就行。老大啊，是。你没吃吗？我吃了。忘记了。快吃。你这个快吃吧。我会等枯树生出芽，开出新的花。等着阳光刺破黑暗，地绿朝霞，我会等一场雨落下，把回忆都冲刷，再与你一起去看外面世界到底多大。耶，回来了。嗯。上哪玩去了你啊？啊？喂，你看，这什么玩意儿？可爱不？挺可爱的嘛，这你自己夹的，可以啊你。不是，这是楼下保安给俺的，多好看嘞。保安？嗯，就在校区纳闷那个保安，高高的瘦瘦的那个。还回去。为啥？不是你是不是当你是捡破烂的啊？谁给你的东西你都要是不是？你现在立刻给我还回去。嗯，不，你看。还回去，听到没有？快点，快点！真是。哎，雨强，你看。看我新买的这件衣服好不好看，怎么样？啊？不是，哎，这不理我是吧？行，把他的杯子拧紧，让他打不开，看他找不找我。来了来了。来，给我吧。嗯？哎，
你干嘛去啊？之后再把你拼吧。不是，哎，喂，嘿 ，later， 我还治不了你了，我。嗯，不错不错不错。来来来来来来来。嗯，你的头发可真香啊啊！谁让你进来的啊？我们晨睡。哦，他呀。我忘给你介绍了，以后呢，她就是咱们家的女主人了，啊？愣着干什么呀？还不快过来跟人家打声招呼、啊！快点，快点！你还了我一切。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不逗你了不逗你了。哎呀，来来来来来。来，这是我买给你的，给。那不然呢、啊？我告诉你，以后别谁给你的东西都要，想要什么你跟我说就行了，听到没有？啊，不生气了啊。行，来，你帮我把这个床单帮我铺一下。嗯，这换的家庭面子现在不一样。哦，这不我前两天运动完身体酸痛睡不好吗？听我一爱踢球的朋友推荐，就换了这款床垫。那得舒服了。那肯定了，这是孟百合家的曼联联名床垫，看着配色多高级，它的非温感零安眠材质能够做到紧密的贴合身体，身体像是被双双手承托起来，均匀的吸收并分散掉身体的压力，帮助运动后快速缓解疲劳，睡在上面呢好像打开了睡眠开关，很舒服的。好了，行，谢了啊。哎，听说现在买这个曼联联名款还能赢主场看球的机会，到时候我给你也买一个啊。老哥，整官配你。不是，这不太好吧？这样就是不好嘞。俺陪你说呀，你睡的就可快了。行行行行行，数吧数吧数吧。嗯。哎呀，好了没有？好了好了，来数吧。你闭上眼睛。行，你数吧。一只羊。啊，两只羊。三只羊。四只羊，五只羊，六只羊，七只羊，七只羊，老板，嗯，弄啥来等你了？跟小保姆相处这么久了，是时候跟他表白了。哎，雨晴。你今天忙不？我啊，嗯，不忙啊，怎么了？还想请你吃个饭。你请我吃饭？啊？嗯，俺这不是来你这也一年了吗？就想请你吃个饭。哦，这么快就一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行啊，反正我也本来也想找你出去吃来着。哎，不会又吃臭豆腐吧？不吃了，你想吃啥俺就带你吃啥。今天吃好吃的，真的。嗯，走走走走。哥，哦，谢了谢了谢了，快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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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啊，你弄啥呢？你快吃。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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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雨枪。嗯。那个我有句话。我有句话想对你说。啊，老板。啊，俺有话跟你说。真的。啊，哎，那这样好不好，那个我数三二一，然后我们一起说，行不行？行不行？啊，好，那我数了啊。啊，三二一，我喜欢。辞职？啊？为什么？俺叔开了个店，俺过去帮忙了。不是你叔开，你不去不行吗？
销售、安利、生活费、安利书费，都是俺叔交的，这都是俺哥去了。这服装。哦，这样子哈，啊，是该去，对，是该去，毕竟人嘛，得懂得知恩图报嘛，是不是？该去，该去，该去，该去。答应啊！反正你都来我这儿一年了，去呗，啊，去呗。爸爸，你刚想说啥？没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你什么时候走啊？今天。这么快？吃饭了，兰姐。每天都出去。两点了。老婆。啊。俺都收拾好了。哦，不是，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再好好看看，你别落下什么东西了啊！你再好好看看，啊，不用着急。俺都看，都拿了。哦，行。老婆，啊、你的胃不好，平时少喝点酒，然后记得早点睡，吃点清淡的。嗯，行行。我知道，我知道，行行。先走了。嗯。哎哎。嗯。哎，我送送你呗。不用了，俺坐地铁就行了。那我送到地铁站。哎，行行，你给我吧，你给我吧。走走走，我送你。走走。我出来了。嗯，去吧。哎，照顾好自己，有空给我打电话啊。去吧。删掉你的照片，清除所有聊天，把我们的爱情再走一遍。去吧。我表情开始分裂，是哭是笑，连情绪瞬间就蔓延。雨晴，这再见吧，我的女孩，见证我的失败，没能给你一个未来。雨晴，你看到我那个保温杯了没有？雨晴，是了，他都走了好多天了。我还是会忍不住喊他的名字，消息也没有一条，给他打个电话吧。还是算了吧。哦，喂，喂，雨晴，喂，我在了。哦，是你上次不是走得太着急了吗？然后你有件衣服落我这儿了，正好今天我没什么事儿，要不我给你拿过去呗？不用了，你跑一趟太麻烦了，等俺有空了会给你拿一种。哎呀，不麻烦，这样子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发一下，然后呢，我一会儿给你拿过去，行不行？啊？可是，哎呀，没什么好可是的，就这么定了啊，好不好？行不行？中。啊，好。什么鬼地方？这是在哪儿呢？哎是，哎，雨晴，雨晴，啊，那个、哎、还愣在那干嘛？赶紧叫他做饭去啊！这谁啊？不是你谁啊？啊？老婆，这是叔。这你说，哎呀，原来这就是你说，你怎么不早说啊你？哎，那个，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啊！哎呦，幸好我车上还有点东西。哎呀，哎呀，哎，来说，初次见面，特意给您拿点东西。不是你这，哎呀，
拿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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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这刚才来的着急就给忘了。刚听雨婷讲啊，之前就是在你那儿做的保姆是吧？啊，对对对对，是。哎呦，你说你来就来嘛，还拿东西干嘛？不是，应该的，应该的。哎，正好也到饭点了，进来一块吃点。这不好啊，这个。哎呦，还客气干嘛？哎，来来来来来。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这你拿进去啊，走走走。来，干什么？哎，好嘞，好嘞。哎，神秘大师，啊，我看看来。哦，这他那个内胆涂层掉了，这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我不是拿了个电饭煲吗？你用这个920涂层不粘电饭煲啊？它用的是零涂层食品级的不锈钢材质，搭配点阵微坑水润膜技术，用天然的水蒸气形成的膜代替化学涂层，零涂层也不粘锅，健康耐用，还有精准的温控技术，轻松就能做出五 A 级的好米饭。零涂层啊，还是得选九阳。那肯定了，来给我，来说，尝一尝。这电饭煲蒸的，这个是可以啊，啊是吧？真是。哎，给我倒杯雪碧呗。哎，叔，这是我儿子。哦，好好好，哎，你好，你好。啊，哎，叔，哎，那这么说来的话，那雨晴就是他堂妹呗？啊，什么堂妹呀？我跟他爸就不是亲兄弟。哦，我们家条件还是可以的。嗯，小时候他爸呀，天天跟在我屁股后面玩。哦。后来这丫头不是没钱读书了吗？啊，还是他爸来找我拿的钱，要不然。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啊，哎叔，哎，那我得带雨晴敬你一杯，真的，承蒙关照啊。哎，小事小事，都是一家人了，这点钱不算啥啊。一家人？哦，对了，到时候他俩办喜事的时候，你可一定得来啊，热闹热闹啊。不是，